各位網上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娛樂頻道互動加零一嘅節目。我係海防館嘅助理館長 Michael。今日我哋香港海防故事專題講座系列嘅第五講，題目係《流落香港：孤軍的故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喺1930年代尾至1941年日軍侵港期間，曾經有一支孤軍喺香港出現。今日好高興邀請到香港史地研究者沈思先生嚟同我哋分享翻呢隊孤軍嘅被人遺忘嘅故事。喺開始之前咧，想提一提大家，我哋一間喺講座期間咧，如果係你哋有疑問嘅話咧，可以隨時喺 YouTube 度留言嘅。我哋喺講座尾段咧會請講者解答翻嘅。咁好啦，事不宜遲，我將時間交俾沈生。大家好。今日咧，我講嗰個題目咧，就係流落香港孤軍嘅故事。嗱，咁我呢個 PowerPoint 呢個面頭咧，咁呢個畫布咧，就係已經係結束咗嗰個倫敦新聞畫報。咁呢本畫報咧，就佢係好早期啊，1840年間已經喺英國倫敦咧，就已經係刊行噶啦。咁佢係最初係一個週刊嘅。咁佢呢本周刊嘅形式咧，就係好中意將全世界一啲圖片啊，輯落成一本雜誌裏面嘅。咁而我今日咧，仲用呢個方面，咁因為今日我係嗰個係2022年嗰個10月29號。咁而我就睇翻資料裏面咧，就見到一篇係1939年，1938年10月29號，都係有一篇咁嘅報導。佢當時咧，佢嗰個篇幅咧就係講嗰個廣州淪陷啊，咁係日軍啊，去攻擊佢啊而淪陷。咁而呢個亦係切合翻今日我講嗰個題目，流落香港孤軍啊，因為係呢場戰事咧，而係令到一啲國軍咧係流落到香港。嗱，點解我會研究呢個課題呢？因為今年年頭咧，咁我喺歷史博物館咧係有一個叫1937至41年間香港社會狀況嗰個情況嘅。咁佢上一次個講座咧就分咗六大部分啦。咁呢六大部分裏面嚟講咧，對我嚟講咧都係比較新穎嘅嘢。咁其中我有一 part 咧就係講難民營同埋孤軍營。咁而因為之前咧因為我本身係研究開香港嗰個所謂古蹟嘅地方史嘅我事實上對於嗰個近代香港咧，我唔係太熟咁但係因為呢幾年咧，大家都知道疫情嗰個關係啦，咁我哋冇地方去咁而我就匿喺圖書館咁啊睇資料，咁睇資料啊，同埋睇 microfilm 啊，睇啲舊展報裏邊啦，咁我發現咗，咦，原來係1937到41年間香港嗰個情況，唔係我哋一般以前坊間講嗰啲書啊，講香港嗰個情況咁樣嘅。咁所以我就用一啲時間嚟去整理，咁但係整理呢個研究咧，即係呢個興趣嗰個 PowerPoint 咧，真係教咗我半年時間。咁而我最有興趣咧，就係嗰個孤軍營，其中一部分係孤軍營，因為你孤軍營呢個咧，所以香港孤軍咧，我係從未聽過嘅。即係我喺呢叫2年前咧，我係從來未聽過香港有個孤軍。咁而家個孤軍營，咁大家知可能會嗰個難民營，大家都會知道啦。咁之後，有一啲叫戰俘營咁都好多朋友係研究香港嗰個戰俘營啦。咁但係孤軍營咧，亦係比較少見咁喺呢個時間咧，咁我就喺網上揾資料啦。咁第一時間喺 Google 裏面一 search 到原來海防博物館係有一個咁嘅網頁咁而呢個網頁裏面嚟講咧，有篇專題文章就係講流落香港嘅孤軍。咁我就更加有興趣，有興趣咧就唔係佢個文字，因為我通常我睇文字，我哋好快嘅，我哋係睇一個重點嘅啫。我哋嘅興趣就喺圖片裏面。咁圖片裏面咧有兩張係高天強先生咧嘅珍藏一張就係嗰個孤軍啦，咁同埋一個孤軍操兵咁但可惜佢啲孤軍操兵嗰個係冇説明嘅咁而呢個咧，我哋尋寶咧嗰個興趣就係能夠揾到個相片嘅來源咁呢個就係我哋尋寶，我哋揾歷史研究咧，這個就最大嘅興趣同埋最大嘅得著咁同埋一啲所謂呢啲檔案呢啲展報咁呢啲對於我嚟講就呢啲濕濕碎啦，因為我已經我睇 microfilm 睇20多年啦，咁呢啲對我嚟講這個唔係話一個好有興趣嘅嘢，但係兩張相片我就好有興趣。咁跟住再去揾資料啦，咁有朋友通知我，劉淑永教授佢其實寫過一篇文章嘅喎。應該是2016-17年間就喺一本雜誌寫嗰篇文章，就係講嗰個流落香港嗰個孤軍。咁但係呢篇文章我揾唔到，
因為我冇睇嗰本中國雜今日中國嗰本雜誌。咁而佢講阿劉淑永教授有本香港市民雜係有輯到呢篇文。咁呢本書我有買嘅嘛，我即刻打開，咦冇呢篇文章喎。哦，咁原來呢篇文章咧就係喺阿劉教授增訂版裏邊咧先至有嘅。啊，咁後期我就問劉淑永教授，咁佢嗰個點解研究呢個香港孤軍啊？因為佢嗰時翻北京休假，咁佢新華社有啲同事咧就俾咗啲照片物俾佢，啊叫香港孤軍。咁啊，劉淑永教授當時佢都唔知孤軍係乜嘢嚟嘅。啊，咁跟住佢揾同事啊，再做一個啊小型嘅調查啦，就係揾到呢啲資料。啊，咁呢張幾張相片啊，我就係劉淑永教授就係借俾我作為一個參考之用。咁但係咧，如果睇翻嗰個係海防館啦又好，阿劉教授嘅文章都好啦，咁佢哋其實對孤軍咧嘅研究咧都係好皮毛嘅，其實唔係皮毛，因為孤軍嘅資料裏面嚟講一向冇人搞，啊冇一個基礎去研究。啊，咁而我比較好彩啦，咁就係喺翻海防博物館一啲線索啊，阿劉教授一啲文章裏面咧。有個基礎，我再去擴大佢啫嘛。咁我去揾啊，就係比較即係容易啦，亦係事半功倍啦。咁大家研究歷史都知道啦，你完全係從零開始係好難嘅。咁但係有個基礎，從基礎裏邊咧，再去啊左揾右揾咧，咁係比較會容易係揾到呢一個資料出嚟噶啦。嗱，咁而我哋現在係搞香港海防史裏邊嚟講啦，咁比較係即係最出名嗰個啦，就係啊後生嘅學者啦，就係鄺志文教授啦。同埋蔡耀倫老師啦，咁佢好勤力嘅，就係搞翻嗰個香港戰事、香港軍事史啦。啊，咁佢都係有略提及過嗰個所謂孤軍嗰個情況。啊，咁而可能鄺教授啦，同埋蔡老師咧，咁可能佢都專注啦，都係呢啲香港軍防軍事史啦。咁而孤軍嗰方面嚟講啦，咁我家下睇翻落去咧，就係唔夠喉嘅。咁但係佢嘅文章咧，亦係引起我對於嗰個啟發到我研究1937到1941年香港嗰個社會情況，因為佢嘅講法咧，同翻一般前人咧有啲所謂意識形態啊，或者有啲係政治偏見裡面咧去描述咧係唔一樣嘅。啊，咁所以我好多嗰個研究方向咧都係略有更改。啊，咁事實上嗰個所謂77事變前後咧嗰、那個。英國同日本的關係咧，咁呢個我唔打算講啦，因為呢個都係相當複雜嘅問題嚟嘅。咁我主要係集中翻77事變之後，1937年77事變之後，香港即係所謂港英政府啦，咁佢同嗰個所謂日本嗰個關係啊，咁嗰個關係係嗰個敵對啊，還是係好 friend 咧？啊，咁呢啲咧就係書本裏邊嚟講啦，或者一般文章啊，大家一般嘅認知裏邊嚟講啦。都可能是很混淆的、啊、因為過去先都是即是大家的意識形態方面和資料方面來說他們不是說太過多而研究這方面的人呢都不是太過多、啊、也希望之後鄺教授的方面就會再進一步去研究、啊、在1938年那個6月份呢咁事實上咧，就係嗰時係啱先已經係嗰個所謂武漢會戰啦。啊，咁而港英政府咧，咁亦係好多嗰個公民啊。啊，咁而啲公民咧，當時咧，我哋睇所有政府檔案裏面嚟講啦，就係一份叫 CO129，就係殖民地檔案第129號裏邊咧，就係記載咗好多香港政府同嗰個英國殖民地外交殖民地嗰個事務處裏面嘅文件。咁而呢啲文件咧，我哋過去睇咧。我早二十年前咧，我哋睇咧就睇 microfilm 嘅黑白嘅 microfilm 啊，咁嗰當時咧就睇係好困難嘅啊。咁後期港大盛玉儀教授咧就將呢個所謂 CO129 嘅文件就係、是、出咗一個係所謂嗰個電腦啊嗰、那個檢測系統係光碟嚟嘅最初啊。咁再後期咧就喺港大嘅網咧，大家都可以用電腦去檢測，但係檢索係好困難嘅啊。檢索裏邊嚟講係大海撈針嘅啊。咁近幾年啦，咁就英國嗰個所謂嗰個檔案處咧，就將呢啲檔案咧全部係重新，唔係拍菲林，而係將佢掃描電子掃描啊，咁就擺咗上網。咁擺上網咧有個好處喎，擺上網裏邊你個查咧，我哋唔使大海撈針咁查啦，唔使用 keyword 查啦，我打兩個關鍵字，打個 Hong Kong 已經所有出曬嚟㗎啦。
咁所以呢兩三年間咧，我就係專注時間去睇。咁同埋呢亦有一個好處喎，睇呢啲咧過去咧，如果你英文程度麻麻地嘅咧，就真係好難睇嘅。咁現在咧，因為佢哋嗰啲所謂軟件比較係發達啦，咁好多英文裏邊咧，佢已經係可以翻譯翻 OCR 出嚟，再透過一啲所謂翻譯系統，咁估到係六成七成以上嘅啦。咁所以我哋做呢啲資料咧，變咗咧我做呢個孤軍，大概係應該之後阿管長同我講之後咧，我大概兩個月時間啦，咁重新整理，咁呢啲係執咗好多資料出嚟嘅。咁呢啲勝過我以前做研究大概三年嘅功夫，即係兩個月可以做三年嘅功夫。咁呢啲拜電子科技所賜啦。咁而呢個所謂檔案裏面嚟講咧，當時港英政府準備咧，準備就唔係話同日本打仗，而係打準備咧，如果日本入侵華南地區咧，咁一定係搞到香港嘅。咁首先一定係要那個起一個難民營，起難民營嚟安置呢啲人。咁但係安置邊一度地方咧？咁其實係當時咧難民營咧係有兩個部分嘅，一個就係新界，一個就係香港島同埋九龍。咁而新界嘅難民營咧，基本上咧就係招待翻一啲喺嗰個深圳一帶啊陸路走過嚟嘅。咁而港島啊同埋嗰個九龍嘅難民營咧，就係一啲喺嗰個所謂四邑地區啦、新會啊、中山啊嗰帶咧，就係坐船嚟香港，或者有啲上海啊或者福建坐船嚟香港嘅人，咁佢哋就係喺嗰個難民集中營。咁當時咧就嗰、那個英國咧同成日同日本都係提出一啲警告噶啦，咁佢話你日本侵佔廣東我唔理你呢、這個係你哋兩英國同中國嘅事，咁但係你唔好過界咁經常咧都係向日本提出警告噶啦，咁呢啲就新聞報道裏邊咧都係有講呢個情況咁而咧。去英國同日本同埋嗰個所謂九國都經常簽有好多協議嘅，都係講英國啊對中國啊對日本嗰個態度，咁而佢好多都係澄清咗嗰、那個其實英國咧都係會保持一個中立咁嘅意思嘅，咁好多報紙都係不斷去重新解釋，呢、這個已經係1939年噶啦，廣東已經廣州淪陷咗之後嘅，咁但係。香港作為一個所謂中立的地方，佢係唔俾國民黨即係中華所謂國軍啦，唔係國民黨，俾中華即係俾國軍嚟香港嘅。但係日軍係可以經香港過港去轉去那個廣東嘅。咁呢篇報紙咧就係講有日兵一批200多人咁坐船。去廣州增援坐船啦，咁跟住咧坐船好得意嘅，仲有嗱呢啲四方框或者交叉咧，就係當時嗰個所謂新聞管制咧用嘅，有呢啲乜嘢國，咁呢個就係日國啦，歌技蘇俗人咁喺台灣去廣州嘅咁有呢啲報道嘅，即係有啲日兵經過香港去嗰個入廣東嘅軍機亦可以，因為當時咧。日本是佔領了那個可能島東邊一個叫維州島的，又叫流州島啦。日本軍機都是可以經過香港去做一個補給運輸中心。咁即使咁樣講，當時裏邊嚟講英國政府咧對於日軍很多軍事的行為咧，佢係唔限制的，因為英國同日本咧係有一個有個協議喺度，佢哋係唔阻止的咁而好多人以為，日本係唔可以嚟香港嘅喎，日軍同埋佢哋嗰啲嘢唔嚟香港，其實呢個唔係事實嚟嘅，因為佢當時咧佢哋個協議裏邊係可以嚟，因為主要一個原因就係、是中國同日本係未曾正式係開戰嘅咁所以英國係一個中立國家啦，咁好多佢哋嗰啲呢啲嘢係可以嚟，但唯獨是係國即係、就是、國軍係唔可以嚟香港嘅啫，廣州咧就係1938年嗰個係十月底淪陷嘅咁而佢呢個咧就所謂南支派遣軍司令部就喺廣州嘅咁呢個所謂最高統帥咧就係安藤立吉中將啦咁呢個係甲級戰犯嚟嘅，後來自殺嘅呢、這個咁呢度亦有一個相片咧，就係1939年1月3號咁就係嗰、那個
英國駐中國嘅艦隊參謀長啊，就去拜訪佢哋嘅。即係當時裏邊嚟講咧，英軍啊冇香港軍隊，大家知啦。英軍同嗰、那個就算係淪陷咗嘅廣州，佢哋都係有一個當係禮節上嘅拜訪嘅。啊，咁呢啲故事咧，咁就會係比較係突顯咗香港嗰個地位啦。咁同埋咧，亦係有一啲參謀長啦，佢哋係去睇中英邊界，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係以深圳河為界啦，咁會睇一啲邊界，就係避免咗嗰個日軍誤入英界啊嚟炸。咁但呢個唔係事實嚟嘅，因為其實好多係誤炸，咁但係日本都肯賠錢嘅，有時賠20,000啊，有時賠翻一啲補償翻嘅，咁佢經常有嘅，不斷係有嘅。嗱，咁最初咧，我又睇一個係嗱呢份報紙咧，就唔係日本報紙，而係台灣《日日新報紙》嚟嘅。咁台灣報紙咧，居然係有記載到呢個係1939年啦期間啦，即係嗰個英國一啲英國嘅參謀啦，呢個係邊個唔知？有幾個階段參謀啦，就去到羅湖橋嗰邊咧，就去嗰個同佢哋做一個禮節性嘅拜訪，係講翻嗰個英國同埋嗰個所謂中國。那個地界嗰個問題，咁亦有好多概念嘅。咁概念裏面嚟講咧，以為日本咧係長期佔領咗1938年長期佔領咗深圳，其實呢個又唔係嘅。咁其實佢哋由1938到1941年啦，所謂嗰個太平洋戰爭期間咧，佢哋係三進三出嘅。啊，咁好多時咧，佢哋日本咧停留入嗰個深圳嗰個時間唔係太長嘅啫。佢停留一陣間，咁就走翻上去噶啦。咁跟住又再嚟侵佔，所謂三進三入啊，咁就呢幾年間。咁而當時嗰個日本駐香港嗰個領事咧，咁佢嘅田呢、這個讀敲字，田敲啊，咁佢就話日本係冇意打香港嘅。1939年嘅時候嘅話啊，咁而呢啲喺一個政府檔案裏面啦，有個信 CO129啦，都係有講嘅，有呢啲咁嘅文字講。日本政府是不會打香港的，啊，咁佢哋而英國裏邊咧，佢哋一般估計咧，日本都係唔會侵略香港，因為英國嗰個後台係好大嘅，啊，佢哋唔會打香港嘅，咁所以香港當時裏邊嚟講咧，都係叫一個比較係，除咗難民之外咧，都係歌舞昇平，人口係多咗好多嘅。嗱，咁就算到1940年啦，差唔多嚟我哋香港嗰、那個所謂佔領香港啦，我哋12月嘛開始嘛，啊，咁都係。都係唔係太緊張嘅，啊，咁英軍都係去嗰個羅湖橋啊，呢一邊去巡視。咁日本咧，日軍嗰時又第三次佔領深圳，佢講咗邊界嘅日軍會後退半里，啊，咁已經係有好多咁嘅態度表現出嚟㗎啦，啊，呢個40年唔係40年嘅事情。咁而所謂香港孤軍同埋嗰個日本係攻佔華南咧。咁就係幾時候呢？咁其實呢個就係1938年嗰個武漢會戰，即係我哋比較嗰個抗日戰爭史裏面嚟講啦，武漢會戰啦係一場好大嘅戰事啦。啊，咁而呢啲戰事裏面嚟講咧，日軍咧以為係可以喺武漢啊嗰四個省裏邊係殲滅曬我哋個國軍啊，咁而佢係可以喺中國裏邊咧係做一個長期性嘅發展。咁但係即係事與願違啦。咁佢武漢嗰個打得好慘烈嘅，打咗嗰個四個幾月都打唔到嘅。啊，咁所以佢咧，而佢哋發覺到啊，點解武漢久攻不入咧？就因為佢哋嗰啲軍火啊，同埋啲補給，全部都係喺香港嗰一邊運送過去嘅。咁所以咧，佢係經廣東運送，所以佢一定係要派一個。所謂派遣軍啊，南支派遣軍落去嗰個打嗰個所謂廣東嗱，咁而睇翻呢張係1944年嘅啊咁嘅英國繪嘅所謂日本喺中國個佔領區地圖啦，咁大家會睇得到紅色呢啲地方咧，就係嗰個佔領區嘅，係日本佔領區嘅啊，咁而佢大家會睇到係比較分散嘅啊，咁而武漢一帶裏邊嚟講啦，咁大家會見到啦。咁佢呢個係範圍比較大，武漢、上海啊、徐州一帶咧比較多嘅。咁而我哋而武漢以下咧，
亦係比較少噶啦。咁呢個就係香港即係、就是、珠三角一帶啦。咁而呢個就是汕頭啊，呢邊可能唔到噶啦。咁呢啲其實佔嗰範圍唔係太大啊。咁而佢喺廣東、日本即係、就是、佔領廣東嘅地方咧，都唔係太大嘅啊。咁因為武漢嗰個會戰咧，咁大家可能會睇歷史書會睇得到噶啦，就係、是、呢個會戰就係、是、將日軍咧。嘅日軍唔係好多啫嘛，你都係幾百萬咁嚟，我你係深入唔到中國嗰個內陸啊，咁咪變咗分散。咁由嗰個武漢會戰之後咧，咁我哋中國嗰個中日嗰個戰役咧，係前即係變咗個拉鋸戰嘅。嗱，咁而嗰個惠港戰役咧，啊，咁而呢個戰役裏邊嚟講啦，咁好多朋友有興趣係研究嗰個所謂廣東抗戰史咧，咁其實事實上唔多嘅。講惠港戰役，因為佢嗰個牽涉嘅嗰個部隊啊，雙方軍隊其實唔係太多嘅啫。啊，咁而佢主要都係當時去打武日本喺武漢戰役裏邊嚟講咧，為咗阻止一啲軍火同埋補給咧，喺南方喺廣州一帶去嗰個所謂北上去武漢支援一啲國軍，咁而做一個小嘅行動。啊，咁日軍咧，咁打武漢之後咧，咁就變咗咧，就係、是。開始先至打落去佛華南嗱，咁而佢今次其實事實上打呢個攻陷廣州好快脆嘅啫啊，咁佢嗰個作戰兵力得70,000多人啫嘛，咁但係如果喺武漢打成100,000多人嘛，70,000人啊，咁戰死都係170多個嘅啫，咁唔係話太過嚴重嘅啊，咁而大家有興趣睇翻嗰個所謂1938年間嗰個惠港戰役咧，咁呢本書咧係唔錯嘅。啊，咁同埋呢一堆，即係呢一堆書啦，啊，咁都係唔錯噶啦。呢堆書咧，亦係比較散啲啊。啊，咁同埋佢亦有講香港之戰啊，日本係咪打華南？咁其實華南嗰個唔係一個主要嘅戰場。咁你大家啱啱睇翻嗰張圖咧，都會見到啦。其實即係嗰個地方唔係話太華南戰區咧，唔係太大嘅啫。啊，主要都係珠三角一帶嘅啫。啊，唔係同埋汕頭嗰度唔係太過大嘅。咁喺戰後咧，咁日本嗰個國防衛廳咧，咁係將佢哋以前一啲所謂戰士嗰個檔案咧，就輯錄成書啊，咁出咗一套咁嘅叢書，有60本嘅中國方面一個戰史叢書，出咗一套咁嘅書嘅啊。咁而呢一套書咧，喺國內同埋台灣咧，都係將佢係翻譯咗嘅啊。咁而喺翻根據翻日軍嗰個情報去講啦。啊，咁佢就話嗰個點解攻略廣州呢？因為攻略廣州咧，佢就係話嗰個廣九線啦，同埋粵漢兩線啦，成為嗰個好大嘅援長補給啊，佔咗成個數量係80%。咁而事實上嗰時日本咧，唔係淨係單單俾同我哋國軍啊，同埋嗰個中共嘅軍隊啦去對抗嘅。咁而佢喺東北嗰個滿洲國咧，都係俾蘇聯咧係去嗰個同經常發生戰役嘅啊。咁所以因為佢等嗰個所謂同蘇聯係搞掂咗個停戰協議之後咧，咁就即係北方嘅威脅係冇咁重啦。咁所以佢哋就係開始係進攻嗰個廣州啊，去停止呢個補給。咁但係當時咧。好多人都話講啦，佢十幾日已經攻落嗰個所謂廣州，就話國民黨軍隊咧，國軍啊係好不濟。咁其實上事實上咧，呢個咧佢後期嘅報告啦，阿蔣介石嘅報告又好，阿余漢某嘅日記都好啦，咁佢都講咗噶啦。啊，咁因為當時個武漢會戰咧係太過犀利啦，咁所以咧當時咧就係有四個師啦，咁係精英嘅部隊咧，全部係派曬去武漢支援。因為他們不會估到日軍是敢去打香港打那個廣州，因為打廣州裡面來說會怎都會得罪了那個英國的和美國的，他們是有些忌諱，所以他們很多那個軍情估計那個日軍是不會說去進攻華南，但是日軍就是進攻華南，因為他要截斷那個所謂援長的補給。那真的打這個廣州啦，咁其實咧就係比我哋嗰個香港個戰事咧就更加快添。嗱，咁佢十月十二號啦，或者11號晚啦，就喺大亞灣澳頭登陸啦。啊，咁
國民黨軍隊因為根本上去精英已經喺武漢嗰邊啦，咁同埋佢哋嗰個指揮咧係有啲混亂嘅，啊咁好快脆失陷噶啦，啊咁而佢跟住咧到25號啦，咁佢就已經係即係好快脆12號就打惠陽，21號廣州已經棄守噶啦，啊咁跟住佢就係去先至整頓好之後咧，先至落去嗰、那個深圳打深圳，啊咁同呢啲。資料同一般講法唔一樣嘅，因為好多資料都係講啦，佢就係打廣州期間，好多國民黨嘅部嘅軍隊啊，咁就係走落咗嚟香港。咁事實上嗰、那個同嗰個事實係有啲唔相符嘅。咁事實就係、是、佢日本進攻咗廣州之後，國軍反攻，佢再嚟一個所謂圍剿啊，咁係打落到去深圳，咁而變咗有一批。國軍是要逃離香港，成為孤軍。嗱，咁呢啲咧就係講翻嗰個日本咧係侵佔嗰、那個大鵬灣一帶登陸嗰、那個情況啊。咁現在咧好多嗰啲檔案嘅書啦，咁都係可以喺網上，呢、這個係日本防衛廳嘅書啦，喺網上都可以睇得到噶啦。不過係日文嚟嘅。嗱、啊，咁你會睇到啦，咁。呢啲戰鬥圖咧，就係講10月12號啦，喺大亞灣登陸啦，咁兩路啦，咁就去嗰個惠州啊，去翻嗰個廣州嗰邊去嗰個打嘅，啊，咁廣州就好快失陷，啊，咁呢啲資料咧就近年咧已經係好多流翻曬出嚟噶啦，啊，咁當時咧去打廣州。就是11號啦，咁10月31號啦，啊，咁呢一個解密檔案是1969年先至解密嘅，啊，咁呢個啊檔案裏邊亦有講到啦，咁日本嗰個聯絡軍啊松谷少佐啦，就係嗰個轉達咗日本總司令嗰個致意啊，啊，咁佢話對入侵廣東對香港不便，啊，咁啊帶嚟一個協議，啊，咁佢就講咗第一個啦，個目的就係其實阻止軍需入中國。同埋打擊蔣介石嘅威信，咁呢啲嘅講法咧，你姑勿論佢如何啦，咁但係呢個咧，如果從翻一啲檔案啊、一啲資料啊，同埋佢佔領個地區嚟講啦，咁呢個應該都係咁樣嘅，就唔係話日軍係全將成個中國納入版圖嘅，咁佢係一啲所謂點地方地區上面嗰個攻擊，咁有啲打完佢就走噶啦，啊，咁主要佢盤踞嘅地方唔多。咁同埋日本咧，佢哋自己都講啦，佢哋去到，因為佢哋人手唔夠啊，佢哋去到嗰地方，佢哋唔會話做一個統治，唔攞得香港成立一個總督，咁佢哋會係用翻中國人啊，成立一個政府啊，咁呢個後期啊，就係嗰個啊汪精衛成立嘅政府比較後期啲啦，咁就係去管理翻啊嗰個當地嘅廣州一樣管理翻佢哋嘅。嗱，咁而佢攻咗廣州之後咧。咁國軍咧，事實上喺武漢嗰批部隊又翻翻落嚟啦。咁佢哋咧就係反攻嘅。啊，咁而反攻咧嗰個大事咧，咁啊沙東信呢本書裏邊嚟講幾事咧，都係有一個比較詳細嗰、那個去講解嘅。因為事實上佢打廣東裏邊嚟講，佢淨係佔據咗廣州啫嘛。咁其他嗰個惠州啊、東莞啊、深圳，佢係冇佔領嘅。佢係委託一啲所謂漢奸去整一個維持會去維持治安。嗱，咁而佢哋嗰個所謂日本再進行反攻咧，就係11月。嗱，佢10月打廣州，攻陷咗廣州。咁11月19號啦，佢先進行一個反攻啊，落翻深圳。咁而呢時候咧，呢啲先所謂有孤軍嗰個存在，呢個孤軍唔係話佢打廣州嗰時候已經有噶啦，咁而係事實上隔咗3-4個月之後，佢廣州平定咗啦，佢再反攻翻，咁因為國民黨軍隊翻翻嚟啦嘛，喺武漢咁樣翻落嚟啦嘛，咁佢係再去同嗰個反攻翻廣州，反攻翻日本日軍盤踞嘅地方，啊，咁而佢哋做一個所謂反。一個掃蕩嘅經過，呢、這個就全部都係日文嚟嘅，即係日本嘅資料啦。係東江南方地區掃蕩戰啊，咁呢啲地方啦，啊咁大家都會見到嗰個日期啦。啊，19號又喺翻嗰個東江一帶啊，咁23號喺翻東莞口街一帶啊，跟住25號咧就落翻到去今日個深圳啊嗰個位置啦。啊，25號咁啊，26號咧就係到翻嗰個所謂深圳。
羅湖啊、沙頭角一帶啊，咁全部都係有次序，係比較係叫清楚嘅啊。咁而孤軍嗰、那個所謂孤軍嗰個形成咧，都係11月25日和26日呢兩日，而呢兩日之後咧，之前之後都係冇孤軍嘅啊。咁呢個就25日啦，咁就係日軍分兩路進軍嗰個進犯保安。啊，咁就呢個就係佢哋當時嘅情況。嗱，咁而當時咧，啊，咁呢個就係朝日新聞社嘅圖片啦。因為現在佢哋已經將佢哋當時一啲所謂雜誌啊、當時嘅報紙啊，同埋一啲所謂佢哋嘅月刊啦，全部擺喺上網噶啦。啊，咁而會見到個氣球。咁呢個氣球咧就好得意嘅。咁呢個氣球用為偵察用嘅。啊，咁佢哋喺嗰個所謂打廣東去惠州啊一帶啊，去增城一帶啊，係用嘅氣球做偵測。咁而呢個氣球咧個位置咧，佢哋講喺深圳。咁呢個可能係深圳河附近啦，我羅湖附近啦，去用氣球，咁就係揾一啲人去影相，就去拍攝。因為當時裏邊嚟講啦，我哋一帶係冇高射炮噶嘛，啊咁變咗嚟講，嗰啲氣球咧做一個偵測目的咧係好有用。啊，咁而當時咧。就我哋嗰啲《星島日報》啊，咁都係記載得係好詳細嘅。咁因為戰前嘅報紙裏面嚟講啦，咁事實上好可惜嘅。咁好多報紙咧，因為佢嗰啲 microfilm 啦、縮微菲林啊，係膠卷嚟嘅嘛。咁已經經過一啲長嘅時間啦，可能20-30年啦，咁膠卷都會有一個壽命嘅衰老啊、變形啊。啊，咁變咗好多膠卷係睇唔到噶啦，而《星島日報》中大嘅《星島日報》裏邊嚟講咧，有啲開始已經係冇咗噶啦。啊，咁而我哋以前睇翻戰前嘅新聞咧，譬如有個《華字日報》啊，《中文大學》已經成套係冇曬噶啦。啊，咁好彩我哋公共圖書館係有擺上網嘅。啊，咁而喺華僑啊其他報紙咧，我《中文大學》係冇，就係喺嗰個廣大係有嘅。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入廣大睇翻 microfilm。因為 microfilm 係個壽命嘅，始終你一定係要將佢嗰個數碼電子化，咁先能夠睇得到。啊，咁而所謂我哋去睇咧，呢啲膠卷咧，有需要嘅就即刻影咗佢，因為一下睇嗰啲 microfilm 係唔使俾錢噶嘛，你 save file 都係唔使俾錢噶嘛，咁所以盡量去搞處理啦。啊，咁呢啲佢日軍逼近香港啦，咁好多難民去走啦。啊，咁當時咧就有一個係挪威嘅人啦，就經過香港一帶啦，咁係喺沙頭角影咗一啲相片嘅。啊，咁呢啲相片咧就係講翻嗰啲難民啊，就你全部好去錦田，錦田係錦田嗰邊係設有難民營，有俾食宿嘅，你唔能夠去九龍嘅。啊，咁同埋呢啲啊街頭咧貼咗好多嗰啲小朋友啊，父母揾翻嗰啲小朋友嘅相片。啊，咁當時咧嗰個難民咧嚟香港係相當多嘅。啊，咁東京朝日新聞啦，都係有記載啦。啊，咁我哋嗰個香港一帶咧，嗰個東莞一帶，香港一帶咧，因為11月26日嘛，啊，佢25日開始係打深圳嘛，咁一帶好多難民係逃離香港嘅，附近一帶嘅。啊，咁當時咧就成個新界區啊，都係接待一啲所謂當地嘅難民啦。啊，咁喺中英邊界又發生好多嗰個激烈嘅戰事啦，啊，咁就好多難，又係講難民嚟嘅啫，啊，咁當時裏邊咧都係冇孤軍噶啦，咁其中特別咧就一句咧就係講一個袁蝦九啊嘅部隊咧就退翻黃旗嶺，啊，咁袁蝦九咧點解會整咗出嚟咧？因為袁蝦九就我哋香港梅窩，咁大家有朋友有興趣去梅窩有一個所謂碉樓嘅，啊，咁呢個就係所謂嗰個就係袁蝦九。他們那個的屋來的，啊，這個袁蝦九當時在國民黨裡面，即是國軍裡面來說，是一個都挺出名 的人來的，啊，這些都挺有趣的。那麼當時的報紙有記，那他很多收容一些難民，除了難民之外，那有一些火車，有些車卡，都是寫著一些安頓難民，啊，那寫著是有得吃，啊，難民收容所，啊，免費這樣的。啊，有40多卡嘅呢啲咁嘅貨車，啊，咁當時會見到啦，好多嗰啲貨卡就招接待一啲難民啊去呢邊，啊，咁亦有好多報道啦，講當時嗰啲難民咧就喺嗰個貨卡裏邊咧受到一啲待遇啊，啊，咁呢啲就因為我上一次講咗都講咗噶啦，啊，咁有興趣或者下一次有機會再講。
嗱，咁但係呢個就講翻一個大問題啦。咁喺好多資料裏邊嚟講咧，係一個叫沙頭角孤軍。咁而沙頭角孤軍係咪等於流落香港嘅孤軍呢？嗱，如果睇翻一個所謂民國嗰、那個係抗二戰，即係抗日戰爭期間啦，咁、那個孤軍相當多嘅。我哋中國孤軍啊，咁出名嘅有大家聽過上海孤軍啦，啊有廬山孤軍啦，有南澳孤軍啦，咁亦一個沙頭角孤軍。如果你打報紙去揾啦，都係好多沙頭角孤軍嘅報導嘅。嗱，咁而呢個咧，政府檔案亦係有曾經講過啦。嗱，咁大家呢紅色線呢個就係中英邊界嚟嘅，啊，中英邊界深圳河梧桐山嘅邊界嚟嘅，啊，咁有兩個主要嘅地方，一個就係深圳，啊，深圳河北邊嗰個叫深圳，南邊呢個叫羅湖，咁同埋一個好尷尬嘅沙頭角，啊，咁大家都知道沙頭角條中英街啦，咁其實沙頭角裏邊咧係當時係嗰個1898年啦，係租借新界嘅時候咧係一分为二嘅，啊，咁所以日本已經係知會咗香港，佢話如果係打沙頭角嗰時候咧，會係比較出現一啲困難嘅情況嘅，因為始終佢係夾雜咗有啲英國領土裏邊嚟講。咁但係咧，當時佢講係有600个嗰、那個沙頭角嘅國軍駐守喺嗰度，啊，咁所以係好難保證係唔能即係唔會話搞到香港嘅，啊，咁有呢啲咁嘅檔案。啊，咁而一啲好多展報講啦，啊，咁啊沙頭角孤軍不屈，啊流彈，啊咁好多飛入英界嘅，咁當時嘅報導咧，亦係相當多，啊有一個所謂沙頭角孤軍，啊又講沙頭角孤軍奮戰，啊咁大家要睇翻日期，因為我成日講係嗰個孤軍嗰日，香港產生嘅孤軍係11月25同埋26號嗰兩日。啊，咁而呢啲講沙頭角孤軍，其實咧就另外一批嗰個所謂軍隊嚟嘅。啊，咁呢啲就所謂沙頭角被包圍啦。咁呢個報紙咧就香港28號嘅電嘅新聞啦。啊，咁而呢個圖裏邊都係有講到佢係25、26號咧係圍剿翻深圳嗰度嘅。啊，咁呢個挪威籍嘅人咧，亦係影一批相當多嘅相片啦，影當時嗰、那個。沙頭角啊，同埋上水一帶嗰啲難民營啊，呢個沙頭角、沙頭角呢個就係上水一帶嘅難民營啊，亦係相當多嘅。咁而呢個沙頭角孤軍咧，咁就係都好出名嘅，因為當時咧大家會聽過啦。咁上海都有一個所謂孤軍啦，啊八百孤軍啊。咁而沙頭角孤軍裏邊嚟講咧，咁佢亦係做好多宣傳嘅啊。咁好多人啊，有一個領導女中學嘅人啊。就係、是、去到沙頭角，去幫佢係獻嗰、那個所謂獻旗，去吶喊，幫佢係助威嘅，啊咁而係支持一啲所謂沙頭角孤軍，啊咁好多報紙，連到上海報紙都有記載，啊沙頭角孤軍都係退守未走嘅，啊咁呢個月11月29號噶啦，已經係，啊咁呢啲沙頭角孤軍咧，咁嗰、那個之後咧都係有一批相片影咗出嚟嘅，啊，仲有一隻狗仔喺度嘅。啊，咁而咧，我哋圖書館裏邊咧係揾咗一本咁嘅書嘅，呢本書叫《沙頭角孤軍奮鬥記》。啊，咁呢本書裏邊嚟講咧，咁就係由阿白崇禧嗰國民黨嗰個國軍嘅首領啦，白崇禧啦，阿李宗仁啦，啊，咁仲有何香凝係為呢個題字嘅。啊，有一本《沙頭角孤軍奮鬥記》。咁最初我都以為沙頭角孤軍係咪等於香港孤軍咧？因為香港孤軍係咩孤軍咧？咁沙頭角孤軍係咩孤軍咧？其實好亂嘅。咁但係當資料咧執齊咗，大概有300多張嗰個展報啊，咁你唔好計檔案資料啦，咁就會再將佢用日期咁去梳理啊，係梳理到出嚟嘅啊，咁梳理咗出嚟，沙頭角孤軍係另外一批部隊。而香港孤軍亦係另外一批人嚟嘅。嗱，咁呢本書裏邊講啦，嗱，佢話沙頭角孤軍都係各地防軍部隊同上級失去聯絡嘅人。
嗱，咁佢亦講社會上一部分人咧對集中營嘅散兵咧誤以為係沙頭角嘅孤軍，即係呢個集中營就是香港所謂孤軍營嘅沙頭角嘅孤軍。咁其實佢講翻出呢個沙頭角孤軍，個個都係參衞，都係突圍而出嘅，係冇去到英界嘅。咁所以嚟講，呢個孤軍組合係唔等於沙頭角孤軍，即係唔等於我哋嗰個香港嗰個所謂香港孤軍，係兩批人嚟嘅。嗱，咁而沙頭角孤軍亦唔係全部唔等於流落香港嘅孤軍，因為佢哋講係有部分嘅傷員、傷兵啊，佢哋係去咗英界，去咗香港嗰邊係去醫理嘅，醫治嘅。咁所以有一批醫治呢批咧，就係、是、成為咗當時嘅啊，去到因為佢係有攞槍啊，有其他兵器啊，去到英界去就醫，咁所以係解除咗武裝，就成為咗所謂嗰個所謂孤軍營裏邊嘅一部分啊。咁其實就係沙頭角軍裏邊受傷嘅人啊。咁而呢、這個嗱，咁佢又講有扶咗四十幾個嗰個傷兵去英界啊。咁跟住咧就係、是、落去香港噶啦。嗱、啊，咁亦有講啦，有百幾個傷者。啊，四十幾個傷者咧，係入咗英界嘅，啊，咁全部入英界之後咧，咁但係好混亂嘅，咁佢哋話有一啲係翻翻去嘅，亦有一啲係冇翻去嘅，咁但係估計咧，大部分當時受傷嘅都係冇翻到去，而係入到英界，啊，做咗個戰俘。嗱、啊，咁而咧。所謂流落香港的孤軍呢、啊、而我覺得就這篇文章裏面呢、那個、所謂、月計即是這本小冊子裏面書裏面講是比較是詳細清楚的、啊、因為事實上都是講回是那個是1938年11月25號26號因為日軍從四面去夾攻回在東莞、在惠州、在虎門的國軍，他們其實是很混亂的，主要都是151師和153師，兩個旅，不是師，是兩個旅的地方。他們當時是可能沒有 walkie-talkie， 又沒有其他的通訊設備，他們是通訊失去聯絡，落到香港，因為日軍 的炮火太猛，有一些是不覺意是踩了英界，去了羅湖，或者去了英界啊，咁就被英軍解除了武裝啊，咁呢個就係其實流落香港孤軍的事實啊。咁佢同嗰個所謂沙頭角孤軍咧，亦係有啲唔同嘅。咁當時咧有好多講係嗰啲軍隊去到英界，咁就英軍係收佢哋繳械。其實佢嘅即係現在好多睇法咧，都唔係一樣嘅。咁有啲其實英軍佢哋講好多英軍啊，佢哋都好有禮貌啊，你過嚟啦，咁我會保護你嘅，咁就你哋唔使會咁樣會俾到日軍去所謂可能會有啲危險啊，咁係去收繳佢哋嘅武器啊過境嘅啫。嗱、啊、咁當時咧喺嗰個打得最犀利嘅時候咧，咁英國政府咧就同嗰、那個佢哋裏嘅書信裏面都有講啦，日本咧喺追擊中國軍隊過程裏面咧，咁日方可能會喺英界咁樣開火唔出奇嘅，啊咁，但係呢個講明啦，就係佢哋會大家有一個協調，咁日軍咧就係、是、會即刻撤退噶啦，咁同埋佢有一點咧就係講翻出咧，要為嗰個過解除過境中國嘅士兵武器做準備，啊咁其實當時那個英國啊，同日本雙方咧係有溝通嘅，完全係唔係冇溝通到嘅，即係唔係話啊嗰啲國軍嚟到香港你就要放人，咁事實上咧，英國同日本咧雙方已經係有一個嗰、那個協議喺度噶啦。啊，咁佢哋有講到啦，咁大概係700個中國士兵啦，啊，咁主要係歸屬嗰個151師啦，同埋一啲所謂民兵啦，啊，咁佢哋解除咗武裝同埋拘禁咗。
啊，咁呢主要都講翻佢哋大概有700-800個人咧，就係會嚟到香港境內咧，就係解除武裝。咁當時咧，佢負責協助一啲香港警察咧維持秩序，就係、是、呢個米道色事團 （Middlesex） 嘅一個團咧，咁就係將佢哋圍咗一個地方啊，咁有啲鐵絲網去圍住。啊！咁而呢啲相片咧，就係喺一啲剪報裏邊咧，係揾得到當時嗰啲孤軍咧，係喺嗰個集中即一個圍即鐵絲網圍住嘅地方啊，咁係看守。咁而呢班孤軍係去咗邊一度咧？咁大家又睇翻一啲所謂呢啲係英文嘅報章啦，咁同埋一啲佢哋都有講到啦。佢哋當時咧，嗰啲武器咧，其實好簡陋嘅啫，都冇大炮啊，全部一啲步槍啊，一啲手榴彈嗰啲啦，就係、是、擺翻個路橋啊，兩邊係放低嘅啫。啊，咁呢啲英軍咧就喺度看守啊，咁佢哋就咁繳械，唔係話一啲大炮啊，唔係完全冇呢啲咁嘅嘢嘅，係一啲比較簡單嘅武器。啊，呢啲係比較簡單嘅，即係簡單嘅武器。啊，咁而佢講啦嗰個。大掃蕩已經完啦，27號即係26號已經，其實嗰個日軍咧，25、26號去到深圳已經搞掂啦，咁佢哋又撤退翻噶啦。啊，咁跟住咧，到咗個12月頭啦，咁已經國軍咧又將深圳光復翻曬噶啦。咁其實嗰個時間好短嘅啫，係25號，11月25、26號嗰兩日咧，咁就係國軍有部分咧係唔夠打呢度英界，有啲受傷嘅傷兵，咁就係去咗。香港就醫，咁而係被繳械，成為一個孤軍。嗱，咁而當時裏邊嚟講咧，咁嗰個所謂英國政府或者代表香港政府咧，係點樣對孤軍嘅政策係乜嘢咧？啊，咁而佢嘅呢啲係後期解密嘅檔案講啦，佢出於人道嘅考慮啦，同埋佢同中國嗰個良好關係，咁呢啲所謂人咧就唔係唔可以交俾。日本人嘅，因為交俾日本人嘅，即使係佢係戰俘噶啦。啊，咁而佢哋又擔心呢個同上海嗰個孤軍營係類似嗰個情況嘅。啊，咁佢又即係佢話，就算交上上海，冇可能交到上海，因為上海都唔會接收呢一批孤軍。咁同埋講出一個重點啦，喺22號嘅檔案裏面重點就係講啦。咁佢喺中國，即係日本同中國嘅地對行動期間咧。嗰啲官兵咧，即係國軍咧，應該俾安置喺香港或者中立嘅地方啊，因為如果你攞翻去中國裏邊嚟講咧，咁就會俾日軍當戰俘噶啦，留喺香港中立地方啊，咁變咗係可以暫時係拘禁，當一個上海嘅集中營一樣拘禁佢哋。咁而講出一點啦，咁當時中國同日本之間其實係冇正式宣戰嘅啊，咁香港政府其實係冇責任係去拘留佢哋。啊，咁但係基於人道考慮，咁所以佢哋先至去拘留佢哋嘅啫。啊，咁即係佢哋嗰個英國政府裏邊嚟講啦，其實都係好多嘢諗，好多考量啊，係收留佢哋，還是係唔收留佢哋？啊，咁跟住佢哋又講啦，咁大概喺11月嗰個戰爭時期啦，咁呢個亦講好清楚啦，唔係由10月份打廣州嗰時間啦。啊，咁佢哋係唔可以移交俾一個日本。人嘅，咁但係佢哋又知道咯。如果假如咧係將呢啲人咧放香港，唔去管理佢哋咧，啊，咁佢哋咧會好多人，包括一啲日軍啊，可能佢哋驚，即係所謂打仗打到驚，佢哋會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庇護所，啊，咁呢個又好危險嘅，所以一定呢班人一定係要困住佢哋嘅。咁但係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香港咧就係將呢啲人咧拘留喺一個集中營裏拘留營裏邊，咁嘅費用咧係由香港政府負擔。咁跟住啦，佢哋係將呢啲所謂國軍啊，所謂嗰個係去咗香港嘅國軍安置邊度咧？嗱，咁當時有800多個啦，啊，咁佢講喺中日戰爭裏邊咧收容，咁最初咧就係喺粉嶺一帶嗰啲難民營咧就收容嘅，咁後來咧就係租任咗一隻船，呢只利航號，啊，利航號，咁就係接送佢哋，啊，喺利航號喺只大客輪嚟嘅，
係行港澳線嘅。咁呢只客輪咧就後期咧到1971年啊，就同嗰個佛山輪一樣，打風嗰度咧就係沉咗嘅，死咗幾個人嘅呢、這個啊。咁呢個利航號，咁就喺利航號裏邊咧就係作為一個拘留所啊。咁最初就係駛去九龍，跟住喺九龍灣一帶嗰個停泊嘅。咁就希望喺中日戰爭停頓之後咧，先至送翻去國內嘅啫。啊，咁呢個利航號就係好出名噶啦。咁就係接嗱呢張相就係日本讀賣新聞嘅啊嘅相片嚟嘅。以前係揾唔到，以前冇呢啲相片嘅。咁但係讀賣新聞咧，將佢呢啲報紙啊同埋雜誌係數碼化之後咧，咁我哋透過圖書館啊嗰、那個互聯網啦，咁就係睇得到嘅。啊，咁呢張相片啊，咁呢張相好珍貴嘅。呢就係講孤軍點樣去利航號啊。咁大家會睇到孤軍咧，有啲係冇鞋著嘅。啊，咁而呢個孤軍咧，因為佢嚟自151師、153師，同埋有啲所謂嗰啲民防隊啦。咁見到佢哋有啲有軍帽，但係有啲有軍帽，有啲冇帽，有啲鞋都冇嘅。啊，咁但係佢哋都有一個呢啲所謂行軍包啦，呢啲係擺糧食嘅。啊，咁而行軍包裏邊有啲係擺手榴彈啊，擺槍支，呢啲全部都係喺羅湖橋收繳曬㗎啦。啊，咁你見佢哋呢啲有啲係英軍啊，啊咁就係、是。同埋有啲印度兵啊，咁又係佢哋排隊上船上利航號。咁其實上呢只船係好定唔好咧？上船係咪好似我哋而家去遊輪咁舒服咧？還是去集中營好咧？嗱咁。事實上，當時裏邊嚟講咧，去呢只小輪裏邊嚟講咧 ，YMCA 咧就搞得幾好嘅。YMCA 裏邊咧就係派一啲人咧去嗰個幫佢哋做一啲所謂娛樂嘅嘢啊，咁係變咗佢哋即生活上面咧冇咁枯燥嘅啊。咁呢個 YMCA 啊，咁而當時咧嗰個南華早報啦，咁都係有講到呢個所謂利航號啊，就係去喺利航號一個星期之後咧，咁就係入翻咗嗰個九龍一個比較大嘅叫馬頭涌嗰個難民營啊。咁但係當時嘅輪船上面咧個條件，其實呢啲船咧，我最初話講佢哋話又焗又熱，成個蒸籠咁樣，咁係唔係咧？咁其實咧，我諗已經唔係喎，加上啲船全部有冷氣，好正嘅喎，遊輪。咁其實當時啲船咧係冇冷氣嘅，啊咁同埋嗰個食用條件好差，咁所以佢哋講我有900幾嘅士兵啦，有啲人咧就絕食，啊咁所以咧就會絕食，咁所以佢哋係盡快將佢哋係去嗰個移送上岸嘅。啊咁最初佢哋呢批孤軍咧就通過油麻地去到油麻地嗰個海軍船澳啊，即係廣東道，加現在已經。變為嗰個喺 Austin 一號 Austin 站咁上下位置啦，嗰、那個水師即係嗰個香港水師部嗰度啦，咁就係嗰個油麻地船台消毒站啊，咁去到營舍嘅啊，咁呢張相片咧就係嗰個東京朝日新聞都有影到出嚟㗎啦，就係、是、當時嗰啲軍孤軍喺啲印度兵啊嗰個監視之後，咁佢哋係進入咗嗰個難民去翻嗰個馬頭涌難民營嘅。啊！咁呢啲報當時報紙咧都係好關心嘅。咁而呢個報紙唔係我哋香港報紙，係倫敦個 Times 嗰個報紙咧，都係有登到。啊！咁成日即係亦可以講當時嗰個孤軍問題裏面嚟講啦，就唔係一個冇人知嘅嘢，而係實際上好多新聞報導都係有報導嘅。啊！咁但係因為當時我哋係睇唔到以前嘅報紙啦，啊咁所以我哋唔知道嘅啫。啊！咁跟住亦係有報紙報導啦，利航號啦，去到馬頭涌。因為馬頭涌呢個咧，集中營咧，唔係嗰個係難民營咧，係比較大嘅難民營嚟嘅。啊，因為當時咧，佢哋話絕食嘅原因啦，因為一個廚房嘅設備咧，係唔足以應付呢啲所謂900個啊嗰、那個軍嘅國軍啊，咁所以佢哋咧就要將佢哋遷曬。跟住咧，佢哋有呢講啦，嗰個馬頭涌
嗰個收容所之後啦，咁好多慈善團體啦都已經去到噶啦，啊咁同埋好多去接濟佢哋，啊希望佢哋能夠翻國內就重新投入戰鬥。嗱、啊、咁而嗰個碼頭涌嗰個難民營咧，嗰、那個位置咧就係、是、藍色線呢個位置啦。咁呢個上面係1945年啦，GMC 去買咗翻嚟嘅，啊咁佢咧就係有呢啲咁嘅相片，我借咗嚟用啦。啊咁當時咧呢張1945年咧1月仲未曾係嗰、那個香港仲未重光之前咧，佢都影到呢、這個難民營。啊呢、這個就係碼頭涌嘅難民營。咁今日已經變曬嘅，個真善美村咧碼頭涌一帶嘅啦已經，即使呢個位置啦。啊咁而跟住咧，亦係有一個營嘅，呢、這個就係後來變為一個所謂孤軍營，正式孤軍營啊！呢、這個位置就係嗰、那個聖德拿撒醫院啊、九龍嗰、那個眼科醫院一帶嗰個位置嚟嘅啊！咁呢兩個營地咧，當時咧都係存在咗嘅。嗱、啊，咁而管理呢個所謂孤軍營咧，咁呢個叫司徒永國啦。咁司徒永國啊，咁大家可能都好認識佢噶啦。咁司徒永國裏邊咧，佢一本回憶錄。但佢個講法咧就同翻我哋嘅報道講法又唔一樣嘅，咁好多朋友咧就可能會係引用咗司徒永國嗰個回憶錄啦，就將一啲孤軍嘅情況咧就係混淆咗。啊，咁而佢講啊，咁就喺只船裏邊咧就係、是、有兩隻船嘅，啊，扣押咗兩艘非常炎熱同擠擁嘅汽船。啊，咁但係現在睇檔案裏邊嚟講，資料裏邊嚟講係一隻船嘅啫，利航號。同埋人數唔係千六啊，咁呢個喺官方嘅檔案啊，或者喺啲報道啊，都係冇千六個嘅啊。咁但係佢又講一啲營地嘅所謂孤軍啦、啊，裏邊咧有好多暴力嘅，有好多刀啊，同埋有啲武器，咁同埋有一啲佢哋係搞到係好唔方便嘅，咁令到嗰個香港政府咧係好麻煩嘅。啊，咁佢回憶裏邊咧，亦係有簡單咁提及呢件事嘅。嗱、啊，咁亦有嗰個孤軍營啦，咁當時亦係有一啲新聞報導啦，咁一啲人咧，有啲新聞嘅朋友啦，就去到孤軍營啦，就係、是、去睇佢哋啊。咁孤軍營四周啊，咁就係景象係好即係好落寞嘅啊。咁有一啲警察啦、啊、荷槍實彈啦、啊，就咁樣嘅。咁跟住咧，嗰班孤軍咧，見到有啲人去探訪佢哋，咁佢哋都係好關心嗰個戰況啊，同埋嗰個新聞嘅啊，咁同埋佢哋講啊，我哋嘅淨係每日淨係食飯同埋瞓覺打牌，咁都希望係有啲工作去做啊。咁佢哋當時喺難民營裏邊嚟講啦，咁就嗰個精神同埋肉體咧，都感到十分苦悶嘅。咁而嗰張飯台裏面咧，嗰啲餸菜係好簡單嘅啫。啊，咁兩隻細碟同埋個湯碗都係好少，冇菜嘅，得個少少嗰啲鹹蘿蔔。咁呢啲同翻當時嗰、那個總監司徒永國講法係唔一樣嘅。啊，咁當時佢就講啊，政府規定碼頭涌孤軍營每人嘅食量飲米18兩，哇，18兩米好犀利嘅咯喎。啊，一斤幾米，豬肉鹹蛋。鹹魚2兩，有青菜，有大豆，有花生油，又有鹽。咁後期咧，佢哋都係嗰個所謂絕食啊。咁而令到咧，阿司徒永國再去重新去審視到佢哋嗰個所謂孤軍營啊嗰個伙食啊。啊，咁但係兩個伙食咧，嗰、那個比對咧，大家都會發覺係唔一樣啦。咁其實當時裏邊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籠統嘅數字。啊，1月12號就話有18兩米，到2月6號嗰個講法咧就係得12兩。啊，咁其他嗰啲嘢其實都差唔多噶啦。咁其實呢個伙食標準嚟講咧，其實都相當唔錯噶啦。嗱，咁而孤軍所謂呢所謂600幾個又好900幾個孤軍啦，嚟到香港之後咧，係好多啦。都是受不住那個所謂苦悶的生活是去逃走的。啊，咁亦有發生一些所謂槍擊的事件啦。咁其實呢個咧，從翻佢哋係被混入嗰個孤軍營之後咧，都是不斷咁發生的。啊，咁佢大概是1939年初啦，12月應該是12月幾啦，20幾
佢哋十一月25、26日開始被俘虜噶嘛，咁而到12月係去到利航，一個星期後就去到馬頭涌嗰個難民營。啊，咁而之後咧，差唔多到孤軍嗰個所謂裏邊嘅械鬥啊，佢裏邊嘅偷走啊，嗰啲一啲所謂嗰啲一啲即係嗰個兇殺嘅事件啊，都係好多嘅。啊，咁呢啲亦係好正常，因為佢哋都講啦，佢哋係來自不同嘅部隊、不同嘅鄉下，咁同埋思鄉心切，去到孤軍營係冇嘢做，咁係發生好多一啲慘劇嘅。啊，嗰啲報道咧，差唔多每個月都係有嘅，有發生嘅。啊，咁又有逃走百幾個啦。咁逃走咧，佢哋喺呢個營地裏邊咧，透過一個水渠，呢個就係馬頭涌難民營。啊，咁透過呢條水渠爬出去嘅。啊，咁呢個水渠當時有報紙係影咗相嘅，呢個大水渠捐過個大水渠。啊，咁啊爬出去嘅。啊，咁而一啲日本嘅報紙都有講啊，嗰個孤軍營都係好多俘虜啊，係逃出去嘅。嗱，咁就算又係講翻英國個《泰晤士報》啦，都係有報導啦，啊，因為佢哋嗰個生活咧，實在真係太過苦悶，咁所以佢哋經常發生好多衝突啊，同埋去逃走嘅。啊，咁呢個又係講啦，不堪比辱復生啦，呢個就係講翻劉備嗰啲呢啲成語故事啦，啊，又話佢哋喺呢邊養尊處優。已經不是一個有用的戰士了、啊、所以他們都要為了報國，為了要打擊、為了打敗敵人，他們都是要逃走、啊、很多都是離營去回去的。就當時的管理呢是嚴，但是呢都是比較鬆的，因為始終深圳呢，或者深圳有的時候呢是三進三出嘛，香港嗰個界線都比較長啦，咁好多孤軍咧係走咗啦，咁亦係可以匯合翻一啲部隊啊，咁係翻去部隊裏邊嘅。嗱，呢啲相當多嘅，又係俾打死啊，又離營啊，呢啲不斷嘅，不斷有呢啲咁嘅事件發生嘅。啊，咁有啲謀殺人啊，就判處死刑都有嘅。咁而為咗咁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係喺嗰個馬頭涌嗰個難民營咧，嗰、那個西北邊咧一個空地裏邊啦，大概喺呢個位置度啦，咁就係起咗一個叫專係囚禁一啲孤軍用嘅孤軍營，因為當時佢哋同一啲所謂難民喺一齊噶嘛，啊，咁而佢哋咧呢個係起一個獨立嘅孤軍營俾佢哋。啊，咁而呢、這個大家都會知道呢個佐治五世學校啦，呢個仲喺度啦，呢間學校。啊，咁呢、這個協恩嚟嘅呢個。啊，咁當時係呢個位置嚟嘅。啊，咁呢個係中央學院啦。啊，咁而呢個當時係成為即係、就是、日佔期間啦，就成為嗰個九龍嗰個日本陸軍醫院嘅，陸軍醫院嘅。咁呢度有4間嘅都係嘅。啊，呢、這個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啦。啊，咁呢個地標好明顯嘅。啊，咁事實上，如果你哋有興趣啦，睇翻二次大戰期間啦，香港嘅集中營啊，咁呢個所謂亞皆老街集中營裏邊啦，好多時候見到呢個相片嘅，啊，呢、這個喇沙啦，啊，港龍醫院，啊，咁而喺呢個所謂孤軍營咧，咁事實上咧就係唔係香港政府全資去俾嘅，啊。啊，咁而佢新聞報道裏面嚟講咧，亦係有講到啦，嗰個中央鎮制委員會俾各幣20萬元起呢個軍營嘅。啊，咁呢個位置就係亞皆老街同埋利雲道交界。咁利雲道啊，咁大家唔知會唔會知喺邊度啊？利雲道啊，利雲道咧就係今日嗰個路明道啊，路明道交界嘅地方嚟嘅。啊，咁當時話嗰個俾嗰個孤軍人數係1000、1200之間啦，咁呢個就係、是。將嗰啲孤軍遷走之後咧，咁就可以容納翻一啲所謂難民喺度。啊，咁而呢、這個羅夫國總督咧，就係同翻嗰個英國殖民地部講翻啦。咁佢哋攞到200萬，即係20萬啦，嗰個國幣啊，咁等於8萬蚊港幣嘅啊，就係嚟起呢、這個即係贊助，其實唔係贊助，而係捐咗呢筆錢
嚟去起呢個俾孤軍有專用嘅營地。咁跟住好多報紙都係有講啦，咁就收容嗰個留港孤軍，咁而中國咧就係俾咗80,000啦，咁而另外嗰啲錢咧就係由英國政即係香港政府咧就係俾嘅，咁120,000，咁要睇翻一啲所謂當時佢哋公務局嘅報告啦，都睇翻啦，佢哋起嗰個中國嗰個所謂孤軍營啦，大概嘅費用係118,000，即係大概係120,000左右啦，咁呢啲嘢印證翻。當時一啲所謂報導嘅嘢啊，即係冇錯到嘅。咁而孤軍營嗰個完成咧，咁差唔多佢係1938年啦，12月係1月頭到12月尾咧，就係入咗馬頭涌嗰個難民營啦。咁大概1年後啦，咁佢哋係入到呢個新嘅孤軍營咧，就係起好咗啦。咁呢個就喺亞加老街個尾段嗰邊嚟嘅。咁同埋嗰個營地咧，就係嗰啲所謂三合土嘅建築物，比較寬敞嘅，同埋有運動場，可以俾呢啲孤軍做體操。咁呢個就係講翻當時啦，馬頭涌孤軍營咧起咗之後，就搬到去嗰邊嘅。咁而呢個孤軍營咧，呢個就係集中營，就係嗰個亞街老街集中營嘅相片嚟嘅。咁呢個就係應該係1945年嘅相片嚟嘅，呢個集中營。咁而呢個集中營有個平面圖嘅，就係當時一啲運喺嗰個亞加老街集中營嘅英軍咧，佢係畫翻出嚟嘅。咁當時就係呢個孤軍營嘅情況，而呢個咧就係馬頭涌難民營。咁而所謂好多朋友都搞錯咗馬頭涌嗰個所謂孤軍營難民營。咁其實咧就佢哋以前咧就都係最初係稱呢個咧就係馬頭涌一個難民營。咁而呢一個咧，後期1939年起嗰個咧，叫馬頭涌，都係馬頭涌，但係唔係難民營，係叫孤軍營。兩個都係馬頭涌，一個就係難民營，一個就係孤軍營。咁其實就係有分別嘅。咁到咗1942年期間啦，咁馬頭涌即孤軍營咧，就係俾一啲軍官戰俘去住嘅。咁當時咧。因為佢兩個名字都馬頭涌啦，咁所以將呢個咧就叫為馬頭涌集中營，而呢一個馬頭涌孤軍營咧就改稱為亞街老街孤軍營。咁其實好多朋友都搞混亂咗呢兩個地方嘅。咁而睇翻一啲檔案裏面嚟講啦，有個孤軍營，就係亞街老街街嗰個所謂難民營，那個集中營。咁當時嘅手繪地圖啦，咁同其實上佢都跟翻嗰個孤軍營一樣啫嘛，咁畫翻出嚟啫嘛，咁就係呢個位置，咁但係今日已經完全冇曬噶啦，已經起曬嗰個醫院啊，同埋嗰個法院噶啦，冇曬呢啲遺跡喺度噶啦。咁呢度咧呢張相片咧，仲係見到嗰個佐治五世學校嘅，咁呢啲呢個地標嚟嘅。咁呢度咧有一間廟嘅，咁呢間廟咧就好有意思嘅呢間廟。呢一間廟咧就係我如果研究香港史都會知道啦，有一個叫鹿鳴道上帝古廟，叫宋帝遺跡。咁呢間隱約見到呢個位置咧，呢個拆開呢個位置咧，係有一個廟宇嗰、那個嘅屋檐喺度嘅，呢、這個都幾得意嘅。咁呢個孤軍營裏面啦，咁而呢個望呢個就喇沙啦，即係碧華花園嗰度啦，喇沙中學，依舊嘅喇沙中學啦。咁而孤軍營門口裏面咧有一塊大牌豎住嘅，有中英文寫嘅，咁中文咧就比較得意啲嘅，佢係無論何物唔准送家或提入設收容所內嘅，咁有中英文都係。英文就比較簡單啲啦，就唔好俾嘢入去啫。咁而中文裏邊咧就講呢啲都幾得意嘅。咁當時咧就嗰、那個孤軍營咧都係有一個管理嘅，係唔俾一邊外人係入唔到去嘅，唔係自出自入嘅。咁而孤軍營裏邊咧，咁佢哋啲孤軍係點樣生活咧？咁呢個亦係相當係有趣嘅。咁講翻啦，就係、是、最早嘅時候咧，佢哋仲係喺嗰個。利航號裏邊咧，咁 YMCA 咧，咁佢哋會喺嗰個營裏邊咧，係關心佢哋一啲日常嘅生活，
啊，幫佢哋做一啲娛樂咁嘅嘢嘅。啊，咁你1938年佢哋仲喺呢行好。咁而 YMCA 咧，我睇翻佢哋嗰個，即係有個朋友係研究 YMCA 啦。咁我想問一問佢，即係想問佢有冇 YMCA 佢哋嘅有關孤軍服務嘅上邊，佢係冇。但係佢哋嘅年報咧就係有講到呢一段嘅，1938年啊，咁係組織馬頭涌軍人服務團嘅12月15日啊，即係呢個係有呢個記錄嘅。咁但係冇相片。其實如果有相片咧，啲都係好珍貴嘅。啊，咁呢啲因為好多方面咧，其實好多資料數據咧，因為而家檔案容易揾啦，咁變咗係容易組織翻當時嗰個情況。即係 YMCA 係好熱心啊，幫佢哋啊，到1939年啊，嗰、那個佢哋仲係馬頭涌營啦，佢哋亦係有去嗰、那個幫佢哋做一個園遊會啦，啊，咁有好多開一啲班啦，有識字班啊、算術啊、英文啊。啊！啲訓練啊，幫佢哋係去做一個活動嘅，即係基督教青年會。啊，咁而喺嗰個馬頭涌孤軍營起好之前咧，咁亦有記者咧係去訪問到佢哋當時嗰個孤軍營嗰個情況嘅。啊，咁而孤軍營咧呢個情況咧，當時咧有一張相片咧係咁樣嘅。咁佢哋整嘅乜嘢咧？一個木台一個閘，咁呢個咧我係唔知係乜嘢嘅，咁而佢英文嗰度講講啦，佢哋做一啲樽蓋嘅咁嘅嘢，咁我都唔知係乜嘢嚟嘅，咁但係睇翻呢段報紙咧，原來佢係有講嘅，啊，咁佢哋有500個弟兄幫香港啤酒廠啊織嗰個禾杆樽罩啊，即係保護酒樽嘅嘢，啊，咁呢個咧就係做啤。嗰、那個啤酒蓋，唔知道啤酒塞定啤酒保護嘅嘢，我都唔好清楚啦。咁係即係保護嗰、那個啊，保護嗰個酒瓶嘅東西。呢、這個係乜嘢？真係唔知道。呢、這個要可能，因為我查極都查唔到呢個嘢係乜嘢。但我見到咧，呢個係同翻報紙裏邊咧係配合翻嘅。咁我又覺得呢個係好有意思嘅。啊，咁呢個就係佢哋咧，就係、是、嗰個生活啦。咁當時佢哋都係會舉行翻一啲紀念會啦。嗱，咁大家會睇到啦，1939年11月呢個係26日舉行1周年紀念會。啊，咁呢個就即係亦係證明翻，即係我成日講，佢哋喺嗰個1938年11月25日、26日啊，即係行錯入錯咗香港。啊，嗰、那個時間嚟嘅，啊，咁佢哋都係講翻呢一日嘅啫，咁佢哋係以翻26日，1938年11月26日為一個紀念日嚟嘅，啊，咁呢個咧就係同翻一般之前講嘅係唔一樣啦，啊，咁佢哋係嗰日，啊，你落可能受傷，可能係其他行啊俾人繳械，去到香港地方嘅啫，啊，咁呢個就係孤軍營舉行周年紀念。啊，咁佢哋咧亦係有做啦，一啲所謂幫人哋做咗呢啲縫製家庭用嘅衫啦，咁而呢個咧就喺孤軍營開咗之後咧，咁佢哋嗰個活動就係比較多少少噶啦，啊，咁同埋佢哋咧嗰個營中生活咧都係叫做比較好啦，因為始終係有一個唔係同一啲難民咧係混合嘅地方啦，咁佢哋變咗係嗰個自治咧都係比較好啲嘅。啊，咁而阿劉教授嗰張相片咧，有個中國香港中國孤軍青年學校，啊，咁呢個咧亦係好得意嘅。咁當時又講翻佢哋學校裏邊咧，係有一個讀書運動咁嘅舉行。啊，咁當時裏邊嚟講啦，咁佢唔會寫中國孤軍嘅，因為啲字句裏邊嚟講都係講翻香港中國孤軍啊青年學校。啊，咁都係好清楚解翻佢哋呢個名稱咧，就係唔係話中國咩嘢軍，而係佢哋官方名稱叫香港中國孤軍。啊，咁呢個係比較係清楚啲。阿劉教授嗰張相片咧，係好清楚咁係指出咗啊當時嘅歷史係咁嘅。啊，咁而佢哋嗰個組織裏邊咧，就係有嗰個阿李傑龍啦，就係主持。咁佢哋裏邊咧就係有一個自治法庭。嗰班孤軍裏邊咧係一個法庭嘅，係即係嗰個會審理佢哋做嘅嘢。啊，有間學校啦，啊咁有咩班都有
粵語有教，湖南話有教，潮州有教，英文有教噶啦。有圖書館啦，有工廠啦。咁最重要嗰個咧，就係成立一個救護隊。啊，由聖約翰救傷支隊啊，咁就係成立嗰個訓教佢訓練嘅。咁但我就想曾經問過聖約翰有冇呢啲上面，佢哋又係冇嘅，好可惜。因為這個呢個孤軍呢、這個所謂嗰個救傷隊同埋個擔架隊咧，就係佢哋孤軍日後一個所謂放咗出嚟最重要嘅工作嚟嘅。啊，咁呢個嘢好有意思嘅。啊，咁係聖約翰訓練佢哋做一個救護同埋擔架嘅工作。啊，咁跟住有啲所謂劇社啦，啊，有籃球隊啦，啊，又種一啲蔬菜啦，啊，咁都係比較生活上咧比較正規啲嘅。啊，咁而所以到嗰、那個去到第二年啦，嗰、那個孤軍營啦開咗之後咧，咁佢哋就算去甘肅啊，去到徽州啊嘅報紙咧都有報留港孤軍營啊，自治周年即係、就是、個孤軍營。周年啦，舉行一啲所謂嗰、那個所謂慶祝嘅活動，都有報道噶啦。咁其實呢個講法咧，主要係講翻嗰個中央，即係個重慶政府啦，對於香港孤軍，佢哋都係比較係重視嘅。啊，咁呢個就已經四一年嘅事啦，已經比較重視嘅。啊，咁而佢哋係亦係好關注呢班孤軍喺香港嗰個生活。啊，咁呢啲留港孤軍。嗰、那個自治生活啦，啊咁當時佢哋講啦，成個營1941年啦，係有723個人嘅啫，啊咁其實唔多嘅，啊咁又有12間房啊，有呢啲空地啊，有啲學校，有其他設施網啦，咁佢哋有啲標語嘅，啊卧薪嘗膽，以歌待命，啊中英合作，民主國家最後勝利，即係好多標語嘅，啊咁其實佢哋嗰個朝氣啦，咁同埋佢哋個氣氛啦，都係相當。愉快的啊，咁有啲進修班啦，啊，同埋個生活咧比較係早少，即係比較有規律化嘅，啊，朝六晚九，啊，9點鐘就瞓覺噶啦，啊，咁又有粵劇睇嘅，啊，咁佢話總結咧就係成個營咧都係比較清潔整肅，啊，嗰啲人咧都係彬彬有禮嘅，啊，咁都佢哋都希望能夠翻國繼續為國服務。嗱，咁而喺一個網叫鬼佬網，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噶啦。鬼佬網係有呢一篇係引講嗰個所謂孤軍啦，係有呢個報紙嘅《Hong Kong Telegram》。咁呢個《消滅報》咧，咁佢係一個整版咧，就係講嗰個孤軍營嘅41年嘅時候。啊，咁佢又話呢個係第一個相片啦。啊，咁呢啲營地有700多個人啦，啊都係軍隊一部分。啊，咁佢都係講翻1938年11月。啊，去入咗英界嘅啫，啊咁同埋有一啲斗法嘅事情啦，啊咁同埋佢哋有自己嘅法庭啦，咁呢啲其實一般都已經係有講噶啦，咁但係佢珍貴啊珍貴，呢個成版嘅，咁大家嗱呢個喺我哋個圖書館啦，公共圖書館網頁咧，咁大家打翻個日期咧，1941年03/29啦，香港 Telegram 啦，都可以揾到呢張成個 download 出嚟嘅，呢張相可以揾到出嚟嘅，咁幾有意思嘅。咁同埋呢張相嗰個都幾清楚啦，啊咁大家見到你有擔架啦，啊呢個做嗰個再進塞啦，嗱打籃球啦、擔架啦、種菜啦，啊咁同埋有一啲所謂呢一個就係嗰啲瞭望台啦，啊咁都幾有意思嘅。啊咁而孤軍營裡面嗰個生活咧，呢個就李傑龍啦，咁李傑龍咧就呢個大家如果係研究香港史。都好熟悉噶啦，因為佢係喺嗰個戰後啦，係嗰個華民政務司嚟嘅，都係好多街坊會啦，嗰啲匾咧，街坊會成立啊，5幾年、6幾年啊，都有啊李傑龍呢個名嘅。啊，咁佢當時咧，佢係管理呢個所謂孤軍營。啊，咁佢講翻出大部分都係151師同131師，咁其實都講嘅嘢咧，都係其實冇乜差別嘅。啊，咁如果我哋睇一張兩張咧，會覺得哇，好特別喎、啊。咁但係將佢哋嗰個由1939年1月開始，到1941年12月8號嘅嘢啦，講嘅嘢都係一樣嘅，口徑一樣，冇乜點差嘅。啊，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研究歷史裏邊咧，到最後梳理啊嗰、那個結果。如果你斷章取義睇一張兩張咧，咁你會發覺哇，原來唔一樣。咁但係將佢比對翻出嚟，其實係一樣嘅。
咁而社會人士咧對孤軍都係對佢哋係冇忘記流落香港嘅孤軍。咁而佢哋對孤軍咧，當時喺一個啱先我整翻出嚟嗰個沙頭角孤軍嗰本書啦，咁係有一個所謂當時保安員一個員長啦，就話呢班孤軍係呢啲逃兵，話佢哋要受到制裁。即是一篇咁講，咁其他冇咁講過嘅。咁但係呢個保安員院長啦嘅後期咧，佢係第一個跑去香港，就俾鄭介石捉鬼咗嘅，去處分佢嘅。咁呢好得意嘅又係。咁而佢嗰個會見到啦，咁當時呢個所謂代港督啦，羅富國啦，當時佢係攞到病假啦，離開香港都成年嘅。咁佢揾阿岳同中將咧，就係去巡視呢個孤軍營。咁呢張相咧就係高添堂先生提供嘅張相啦。咁我覺得呢張相好得意，好有啲假，好多人造嘅，好得意嘅。咁後期咧，我睇嗰個南華早報，咦，原來呢張相就出自嗰個南華早報嘅。咁南華早報因為 Michael Film 啦，咁變咗咧就唔係話太過清楚。咁其實呢張相咧就個來源咧就係喺嗰個南華早報裏邊嚟嘅。咁可能南華早報嗰、那個原版嗰個上面比較清晰。咁當時咧，就算你係代港督咧，都係有去嗰個孤軍營巡視嘅。咁佢哋係唔係當孤軍係一班游兵散勇啊，一啲係監等，佢哋係冇輕視到佢哋嘅。就算你連嗰個代港督都係有去巡視。呢個就係岳童啦，岳童嚟㗎啦。呢個就係去巡視佢哋呢班孤軍係井井有條嘅。咁而呢個新聞報導中文同英文其實一樣嘅啫，因為當時好多中文報紙咧都係將嗰個 SMP 係翻譯翻出嚟嘅。咁而呢、這個曾經做過中華民國總理啦，嗰、那個許世英啦，後期又做咗嗰個係日本中國駐日本大使嘅許世英啦，咁佢係嗰個南京淪陷之後先翻嚟國內，咁做咗嗰個中央政委會嗰個主席。代表咁佢喺1939年咧，嗰時候咧就係曾經代表中央，就係俾啲錢去孤軍咁而英文報紙都係有報導許世英係冒雨去慰問孤軍佢唔係一次，而係兩次報紙有報導有兩次，一次代表中央啦，咁第二次代表中央嗰、那個座位鄭介石去做嘅，咁而呢個就係喺昆明嘅日報記載嘅。咁而呢個報紙裏邊嚟講咧，就喺翻嗰個 SMP 啦，都係有報導到呢個消息。就算當時呢個所謂我哋國軍比較出名一個杜月笙啦，呢個將軍啦，杜月笙呢個所謂嗰個青幫嘅大佬啦，咁佢都係有去探訪嗰個孤軍營嘅，咁其實國軍嗰方面嚟講咧，就對孤軍咧係完全係佢好支持嘅。咁而我哋香港好多團體啦，有派月餅啊，有啲團體餅乾啊，咁好多團體咧都係絡繹不絕嘅。凡係端午啊、嗰、那個中秋啊、新年啊，都係派餅啊、派棉衣啊，去俾佢哋嘅。又去慰勞佢哋嘅。咁好似即我覺得好似。我哋今日打卡一樣，一定係咁上下揾啲嘢做咁亦係探訪孤軍咁孤軍裏面咧，亦係有啲放一啲所謂廢路片啦咁同埋羅文錦啊，又去講翻啲嗰個孤軍一啲所謂國際法律嘅嘅嘢啦。因為羅文錦講呢篇國際法律嘅若干面咧。我估計呢篇文章咧，就可能同翻嗰個後期輿論講釋放孤軍嗰個情況係有少關係嘅。咁劉教授嗰張相片咧，就喺教育界咧，就向孤軍送嗰種卧薪嘗膽嗰個感期啦。咁而孤軍營咧跟住咧就俾颱風吹冧咗部分啦。咁呢啲報紙咧都係有報導到嘅。咁而呢啲孤軍咧，佢唔係單向嘅，佢覺得咧好多時咧，佢哋社會對佢支持，佢亦要回饋翻社會，咁所以佢哋咧有一啲嗰個所謂七月七號嗰個所謂
七一事變啦，佢哋一個所謂節食慳咗，其實好少錢，$35啫嘛。啊，咁佢都係要俾翻捐助翻啊，援助英國嘅抗戰嘅啊，所以呢啲佢哋咧係好識做嘅，即係公關手段。咁所以我哋睇 Marvel Film 裏邊嚟講啦，由1938年12月開始，到1941年12月8號開後期間，每個月都有孤軍嘅新聞嘅，唔係斷嘅啊。咁所以佢哋嘅公關手段咧係做得相當好嘅啊。咁而報界咧亦係發表一啲俾啲捐啲錢去勞軍啦啊。咁勞完軍之後咧，咁佢哋又登翻報紙咯喎。啊！即問阿李傑龍代表，就係鳴謝翻一啲報界啊去做，咁佢哋咧個公安手段做得相當好嘅。啊，咁好多即係人去訪問佢哋啦，啊又去慰勞佢哋啦。啊，咁而最特別咧就係一個上海明星阿路明。路明咧，佢嚟到香港，呢個係1941年嘅嚟到香港，佢都係要特登入去嗰個孤軍營啊，去探訪孤軍。嗱，咁所以咧。我就大膽假設，咁而最初呢條路咧叫離雲道，喺1953年咧改名之後咧改名路明道。我估會唔會當時改名嗰個師爺啊？因為路明好出名，當時嚟講，上海一個上海明星嚟香港去孤軍營去探訪啊，咁佢就將呢個路明咧即係同音啦。咁有啲其實英文嗰個路雲就係英國一個湖啦，咁但係點解會整到一個湖嗰個名出嚟咧？咁而中文咧會唔會係暗示翻阿路明太出名啦？咁所以紀念阿路明而改名路明道，呢個就後話啦嚇。呢個就1953年嘅故事嚟嘅。啊咁而社會輿論點樣對嗰個釋放孤軍有咩討論咧？咁其實最早咧討論嗰啲咧，全部都係一啲。我哋香港人啊，這個陳漢明，咁佢就好叻嘅。你投去當時我哋有咩華字日報啊、星島啊、華僑啊，冇用嘅。佢一定係投去大報《南華早報》SMP 啊。佢1941年咧9月咧就係投嗰個去 SMP， 就係講翻知識。跟住有啲牧師咧就係同佢不斷去回應，講翻應該係要釋放一啲士兵。啊，咁而一啲中文報紙咧，亦係有一個講翻，啊，係要釋放一啲士兵，啊，咁不斷重複，啊，中西人士，其實喺1941年開始咧，就係要話講翻嗰個係釋放嗰個士兵出嚟嘅，啊，咁好多報紙，因為時間嗰邊立邊咗，我就唔詳細再講呢一度啦，啊，咁啊，羅旭煌又發表意見。又要啊投，即係要係釋放一啲孤軍，其實全部都1941年孤軍。咁跟住香港政府發言人講，孤軍唔能夠釋放。啊，咁呢啲係不斷喺度發酵。啊，咁呢啲報道咧就好多嘅，去到10月。1941年10月2號啦，都係話中國中英政府正式磋商，係要釋放一啲孤軍。啊，咁因為睇呢啲報紙咧，其實好悶嘅。英文報又好，中文報好，來去講來講都心腹皮，淨係講啊要釋放孤軍，社會員釋放孤軍，又講中英嗰個兩個嘅作戰目的又相同，嗰啲孤軍嚟我香港係冇用。其實好多嘢都係舊事重提嘅啫。咁其實隔咗咁多年啦，咁同埋到1941年啦，其實嗰個已經係二次大戰啦，唔係嗰個係英德已經係宣咗戰噶啦嘛，已經係其實那個政治氣氛唔一樣啦嘛，咁已經係先至係講呢啲嘢出嚟。啊，跟住又講國際法，啊譚雅士又講話國際法係冇呢啲嘢，即係大家不斷係就孤軍能唔能夠釋放做一個口水戰。啊，咁當時呢個就係1941年那個做咗口水戰。啊，咁相當多呢啲口水戰嘅，啊，咁有啲又講到啊，呢個係海牙條約啊，裏邊係點樣規定啊？一啲係民間嘅人去講應唔應該釋放孤軍，哇，睇到好多啊，其實睇越睇越悶嘅呢啲。咁其實上英國政府同日本係有冇討論呢個問題咧？咁呢個先係重點。你民間口水戰成日都講嘅，你
根本上不知道英國和日本有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超過一些所謂已經解密的公開檔案，我們看到一些資料的。其實最早呢就是說回，不是41年了，說回1939年8月23日的報紙說，汪奕就是汪精衛，他那個外甥沈松在香港雲南街被人追擊死了的。而這件事呢為什麼跟孤軍那個釋放有關係呢？原來在1939年9月9日這個是日本駐香港的領事跟阿羅富國談的資料，他說這個英文，我找朋友Chris Yuen幫我譯過這些東西。他江琦先生解釋，因為中國的刺客在香港暗殺了汪精衛的侄子沈松，被日本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咁佢咧就提出啦一啲問題啦。如果香港政府能夠為日本人同埋香港嘅日本人同埋一啲所謂汪精衛嘅人咧，提供充分嘅保護，同埋能夠交換香港抗日恐怖分子嘅名同埋地址，啊，咁同埋能夠剷除佢哋，做咗呢一樣，咁日本當局咧會考慮一啲條件。第一，因為39年已經廣東淪陷啦，咁日本喺嗰個所謂嗰個珠江口咧，大有曬兵艦噶啦嘛，喺香港南部有曬兵艦噶啦嘛，已經係佢可以斷絕香港嗰個食物供應。咁佢就話，如果你香港政府能夠滿足呢幾點，佢可以保證可以向殖民地無障礙咁提供一啲新鮮嘅食品，客輪可以香港航行。同埋仲要一點，以及將關押喺香港嘅中國士兵送翻中國。其實呢個1939年9月9號咧，佢哋嘅密電咧係已經有噶啦。啊，咁其實唔係唔放得嘅喎。咁其實佢哋一早商量啦，問題係有條件。而呢條件咧，啊，咁我哋民間呢份解密檔案都係79年先解密啫嘛。咁當時冇人知道啦，咁邊你以為係佢哋冇討論？咁到咗1940年，都唔係41年，1月18日，啊，咁羅富國咧，亦有一封俾翻嗰個所謂上海同埋日本嘅英國領事咧，一個資料。咁佢都講翻啦，呢批人咧係唔可以放佢哋嘅，即係要揾翻一啲方法可以放佢哋。其實佢哋一向都係有討論嘅。啊，咁佢話如果你同意呢個觀點咧，啊，咁呢樣嘢俾外交部再處理。因為其實最初講過啦，啲孤軍喺香港係又逃走又產生一啲罪案啊，咁其實對香港政府嚟講咧係好麻煩嘅啊，咁同埋佢哋嗰個生活費咧都係一個相當大嘅開支啊，咁所以佢哋都建議羅富國40年啊，你去簽名嚟嘅40年1月18日咧都係有呢個講法嘅。咁其實香港政府一向都知道嘅，咁而我哋民間唔知道嘅啫。咁事實呢啲係比較高層次嘅交易啦。啊，咁同埋佢有講啦，啊，因為中國同日本同中國係冇宣戰嘅，啊，咁我哋嗰個係安撫日本人嘅，啊，咁同埋要承認國際法啦。咁其實好多種講法咧，都係覺得呢個孤軍咧係一個籌碼。啊，係放佢哋唔放佢哋，唔係輿論去講嘅，而係佢哋要達成一啲條件啊，先能夠放嘅。啊，咁而一份 FO 檔案裏邊咧，都係有人用到呢啲重點嘅嘢。嗱，啊，咁而孤軍到最後當然係放咗啦。啊，咁我就講翻嗰個所謂太平洋戰爭啦。大家都知道喺1941年12月啊，我哋香港時間係8日啦。如果你係夏威夷時間就7日啦。啊，咁就係太平洋時間爆發。咁當時喺上海一個所謂租界，同埋我哋香港都係有兩個由英國管理嘅孤軍營嘅。啊，咁講翻事實上喺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咧，蔣介石咧
佢係都係冇宣戰嘅，淨係發表一份自衛抗戰聲明書嘅啫。啊，咁呢個聲明書咧，一直到去嗰、那個中日宣戰啊，係去到1941年12月9日啊，那個太平洋戰爭爆開咗之後咧，先正式宣戰。啊，咁即係之前咧，我哋國民政府係冇同日本宣戰嘅。啊，去到嗰個太平洋戰爭開始先至係宣戰嘅啫。嗱，咁而宣戰裏邊嚟講咧，咁亦係會講翻一個上海孤軍。咁上海孤軍可能好多朋友細個都聽過啦，或者睇過戲啊、睇過電視劇噶啦、睇過一啲新聞嘅嘢噶啦。啊，咁呢個上海孤軍係一個故事啦，又係因為上海佢仲早1937年，我哋香港嗰個就係1938年12月啫，1937年。日本攻佔上海，而有呢個其實係400多個壯士咧，就係匿入咗英租界，被英國拘留咗，同香港一樣拘留咗。啊，咁而呢啲所謂800壯士咧，就去英商聲勢咧，就令日本咧唔敢再打佢哋嘅啫。咁而到咗太平洋戰爭爆發咧，佢哋就好慘嘅，因為佢哋事實喺當時咧，佢哋曾經咧，佢哋嗰個營裏邊咧係好複雜嘅，有啲白俄啊，有殺佢哋啊，佢哋內部又械鬥，同香港一樣。咁而最出名個謝晉元團長都係俾裏邊一啲所謂孤軍殺咗嘅。啊，咁而呢啲係一個好轟動嘅事嚟嘅。啊，咁後期咧到日本正式嗰個太平洋戰爭正式佔。攞埋租界，將呢班孤軍全部係做俘虜嘅，有啲去到新幾內亞做苦工，咁而有一批差唔多佢哋嗰時300多人捉曬嘅，留到去一啲集中營去做苦工，咁到嗰個係那個戰事完咗之後咧，先剩翻100多人翻嚟中國嘅啫，好慘嘅。但我哋香港嗰批就唔一樣啦，啊咁但係呢個有得意嘅，就是、香港一些所謂香港的資料裏面怎樣講一些被釋放的香港孤軍，最早一本書就是1950年代，其實這份資料我20多年前在港大那個孔安道那邊影印回來，但我沒看過的，最後跟我朋友談起，他說、哎、有這本書有講孤軍的，我立刻拿出來看，哇！佢講孤軍講到好神奇嘅，講到孤軍又話喺沙頭角裏邊有同一個同日軍大戰嘅，啊苦戰幾個鐘頭嘅，又係英軍即係攞住，其實就係講呢班孤軍係攞住中華民國嘅國旗，同日軍喺英國香港境內作戰嘅，好巴閉嘅。啊咁而阿謝永光呢本《香港淪陷》比較早期嘅書咧，就係、是、有講翻嗰啲孤軍咧。就是攞翻槍支啊，跟住咧就係去啊，作同嗰個日軍香港境內同日軍作戰嘅啊，咁呢啲就係好神奇。咁我估計佢都可能係睇翻呢本書嘅，可能係睇翻嗰個大地大圈地膽，因為呢個係應該係連載嚟嘅，係報紙連載裏邊講，而係講到出嚟啊，突然間啊，日軍去香港作戰，見到一批攞。國軍旗嘅部隊啊，咁呢個好有趣嘅啊，咁佢講800多個啦，呢、這個講500多個啦。咁而講阿陳策將軍咧，呢本書裏邊咧就講過英國政府解除馬頭涌嘅孤軍有5000多個添啊，咁俾佢哋武裝起嚟啊，咁佢哋即係呢啲又係一個講法，有揸國民黨揸國軍嘅旗喺香港同日軍作戰。變到5000多人作戰，咁呢啲越出越大噶啦。啊，咁而呢本書咧，哇，仲誇張，話呢批孤軍啊，那個太平洋戰爭，即批立足未定，即刻走都走唔切啦。啊，咁跟住咧就打家劫舍啦。啊，咁呢個咧就係將孤軍咧係比較係有啲污名化佢咯。啊，咁呢啲又係好得意嘅。啊，咁但係啲孤軍。到最後咧，係去咗邊一度咧？啊，咁你睇翻嗰個所謂殖民地檔案，佢就講啦，好清楚嘅。佢話喺翻嗰個12月8日啦，因為太平洋戰爭開始啦，佢355個被關押喺集中營嘅中國士兵就係獲釋嘅。啊，咁佢哋咧就喺香港同埋九龍
做啲擔架啊，咁呢個大家都知係聖莊教佢哋啦，啊，咁就做嗰個擔架員。咁有啲去到嗰個北角難民營，啊，咁因為佢哋一定要走，佢講當時嘅營地有一個炸彈嘅，啊，咁呢個嘢係幾得意嘅，啊，咁而佢檔案有咁講啦，咁而好多報紙咧都係好會講翻啊，嗰個係八號十二月八號啦，啊，報紙十二月十號啦，都有講翻嗰呢批人咧。做擔架員就不是話當一個兵啊，唔係當軍隊啊，去打。其實五百幾個你又冇咁耐冇操過槍，你根本冇得打嘅。咁做擔架做救傷嘅嚟講，對佢哋係適合嘅。啊，咁全部講翻留港嘅孤軍啦，已經係全部釋放翻曬啦。啊，咁而呢個事實咧，阿陳策喺2041年10月11日咧，佢喺香港發表個談話啦，全部冇話嗰個孤軍嗰個問題，啊，即係冇講到話釋放孤軍係幫助香港政府，即係英港軍啦，去對抗日軍，完全冇講到呢啲事嘅。就反而佢喺另一篇咧，俾軍事參與院嘅協助香港抗戰啊及率英軍突圍，經過個報告裏邊有講到咧，佢話孤軍已經恢復自由啦，爭先參加作戰，一度將敵擊退。咁呢一句話，我估計佢可能係應酬翻佢講，因為當時阿陳策同香港政府係有一個商量嘛，就係希望國軍去幫助嗰個英軍，就喺深圳嗰邊係抵抗日軍嘅。咁後來嗰個係唔成功嘅。啊，其實唔成功咧，就係因為佢得個吹字，因為日軍當時就為咗牽制國軍對日軍侵略香港的部隊啦，佢哋係發動了長沙會戰嘅。咁根本上你國軍都冇地方走啦，已經咁係冇可能話係去到援助香港嘅。啊，咁呢啲又講翻嗰個孤軍啦，啲報紙就會講翻話喺嗰個戰場作戰噶啦。咁事實上呢個係冇根據嘅。啊，咁到最後咧總結翻啦，講嗰個孤軍嘅資料啦，咁就係。1938年10月25、26日啦，啊，咁其實呢啲孤軍人數就係咁多嘅啫，啊，咁阿司徒永國話1600，咁其實檔案都係講800-900個嘅啫，到最後都係300幾人，即係到1941年12月8日都係355人嘅啫，啊，個數量唔係太多，啊，咁而呢啲日本嘅資料嘅圖啦，都係有講到啦，啊，咁當時有四路進攻嘅，26日係打深圳嘅。咁而孤軍營裏面嚟講啦，咁今日已經係成為一個我哋睇唔到㗎啦。啊，咁但當時咧有啲舊嘅圖片咧，都會見到孤軍營啊呢啲結構嘅。呢個係難民營，呢個係集中營，呢個都係集中營。係啦，嗱咁嗰個位置咧，大概係今日呢個路明道啦，亞加老街呢個位置嚟嘅。啊，咁當時嗰個日軍嘅九龍醫院啦，個位置咧，啊咁佢有四間醫院嘅。日軍喺九龍嘅陸軍醫院啦，有嗰個病院有四間嘅。啊，呢個咧就係嗰個佐治五世學校啦。咁呢個就係喇沙書院啦。啊，咁呢個就聖德勒沙啦。啊，咁同埋九龍醫院嘅。啊，好啦，多謝大家。咁好多謝阿沈生今日咁精彩嘅講解啦。咁呢、这個講座咧，就好多觀眾都有好多問題想問嘅。咁首先咧就哇，这個講座裡面好多報紙，咁好多剪報，又有唔同嘅地方嘅剪報。咁好多觀眾都想問咧，點解可以揾到咁多報紙嘅咧？嗱，咁就事實上報紙裏邊嚟講咧，因為我哋大學啦，港大又好，中大又好，佢哋個圖書館咧係訂購咗好多呢啲所謂電子嘅新聞嘅。啊，咁呢啲都相當貴嘅。啊，咁如果大家係有方法入到港大、中大，咁其他大學有冇我唔清楚啦。咁就係港大、中大就一定有嘅。咁而有部分資料咧喺公共圖書館啦，你去到公共圖書館，喺佢哋圖書館裏面嘅網上咧，都係能夠揾得到嘅。但揾呢啲報紙咧係好花時間嘅，因為好多係打 Q 都打唔到嘅，係要逐日睇嘅。啊，咁我哋睇報紙咧係大海撈針嘅，可能睇一日啊，揾唔到兩篇嘢嘅。
啊，咁呢啲可能要需要大家長時間嗰個努力同埋積累啦。咁我見到有啲係一啲海外嘅報紙，咁嗰個都係經網上嘅途徑去 search 嘅，係全部都喺網，都係聽大學，佢因為佢訂購咗佢哋圖書館嘅電子新聞，因為現在所有嘅書刊又好，報刊又好，全部都係數碼化㗎啦。啊，咁以裏邊咧嚟講咧，咁我哋揾資料係比較方便同埋容易嘅。咁但係呢啲資料咧，就我真係三個月嘅，三個月內揾翻出嚟嘅。咁但係呢個三個月內，勝哥，我真係20年做過功夫。啊，咁所以後生嗰一輩咧，我覺得你哋需要努力。啊，好，咁嗰啲報紙入面咧，我哋成日見到咧，可能會用X 軍去指日軍嘅。係。咁又點解會用咁樣嘅即係指稱嘅咧？嗱，咁呢個就係講翻。嗰個英日協定啦，啊，咁佢始終佢哋協向香港裏邊嚟講咧，係唔能夠講日軍，因為所謂新聞檢查嗰個制度咯，啊，咁呢個上一次我講咗，我都有用過好多呢啲資料噶啦，主要係日嗱交叉或者成段開空槍抽起嘅，因為有啲反日嘅嘢，因為佢有個新聞檢查官嘅，當時裏邊嚟講係將呢啲全部係去睇嘅，不利嗰、那個一講日本打交叉或者空格或者成段抽起。因為咁嘅情況嘅話，應該啲華人會唔會有都幾不滿啊？嗱，其實呢個現象咧就好得意嘅。咁一般人咧都係講翻嗰個所謂嗰、那個1937年到41年，香港政府咧係對於嗰、那個所謂抗日咧係禁止嘅。其實上一次講座同埋阿邝志文教授，佢都已經考證到噶啦。當時佢係唔理你啫。即係佢容忍嘅，佢係冇禁止嘅，隻眼開隻眼閉。而事實上睇翻好多資料，當時英國都係英國同埋美國都係同情中國嘅，但係佢唔想得罪日本啫嘛。理解嘅。咁或者我哋講翻軍營入面嘅情況啦。咁有觀眾就問啦，咁嗰個孤軍嘅伙食問題咧，同即係阿醫務官嘅司徒永國嘅講法咧係有分歧啦。咁其實係咪同即係可能負責人員有貪污係有關咧？嗱，呢啲數目就唔好講啦。咁但事實上，你十幾兩米我哋都食唔到啦，係咪啊？即係呢啲講法咧，就係官方嘅講法。咁但係到咗嗰個實際嘅方面嚟講，係冇人管得到嘅。啊，咁而大家都對翻嗰個80幾年前啊嗰個社會情況，大家都應該都明白噶啦。理解嘅，始終嗰個時候都係艱難啲。咁另外就有人問啦，點解嗰個孤軍營嘅管理咁嚴咧？因為有個即係門口個牌寫住，即係所有物品都唔可以送入去或者係掟入去嗰個孤軍營入面嘅。嗱，你知啊，我哋香港人好多智慧嘅，咁好多探費嘅朋友根本唔俾入，但我哋都照入啦。啊，即係呢啲即官方聲明，但係佢係冇有冇執行咧？有冇嚴格執行咧？呢個就另外一件事，係咪先？啊，咁而好多所謂民間團體去探訪孤軍，其實佢哋係冇預約嘅，去到同翻嗰個門衞講翻聲啊，我哋係咩團體嚟探訪孤軍，都係放行嘅。啊，咁主要係唔想呢個孤軍營成為一啲所謂嗰啲不法物品嗰個交收地方嘅啫，因為佢哋最驚嗰啲孤軍有呢啲兵器啊、利器啊，會發生一個命案，咁變咗佢哋麻煩咯。啊，咁所以佢哋係寫係咁寫啫。咁但係你成班人啊，即係你一兩個入去唔得嘅。咁但係你成班人一個團體形式，我睇翻嗰啲資料，佢哋講嘅都係佢哋上晝約好，跟住去嗰度同嗰個開門嗰個講聲啊，咁就俾佢哋入去噶啦。係，即係嗰個都係官方嘅聲明嚟嘅啫。咁孤軍營嘅設立啦，對香港嘅治安有冇一個負面嘅影響咧？佢其實冇關係嘅，你嗰、那個所謂難民營啊、集足啊，同嗰個所謂孤軍營全部都係封閉式嘅嘛。難民營都是封閉式的嘛，是沒有影響的。那難民營還等於添，難民營最初他們，因為我講了，新界的難民營就是拿回陸路來的，那他們那些全部是新界的，過不到下來香港的。那而香港，港島九龍區的難民營，很多有五、六個難民營，他們的難民都是坐船過來，或者在上海過來的嘛。那那批難民呢，來香港是要檢查，你的資產是20元，一定有20元。要俾20蚊嗰啲人嗰、那個上岸過睇，你冇20蚊唔可以上嘅。咁所以當時咪有啲書講啦，佢話俾嗰20蚊係可以租嘅，啊唔知幾毫子租嘅，將20蚊啊俾人過翻嚟收翻去，就俾翻你嘅，即係有呢啲故事嘅。
各施各法啊。係啦，冇錯。好，咁見其實好多即係民間啦，或者甚至官方都即係中國嘅團體啦，都對即係孤軍好同情啦，好即係想幫佢哋啦。咁其實中國政府有冇積極同英國交涉過咧？即係因為佢要監禁咗佢哋。其實呢個唔係中國政府嘅問題嘛，即係而呢個最即係大家用翻上海孤軍營四行倉庫嗰班孤軍啊，咁運咗喺上海一樣，大家都會知道呢個唔係中國政府的事，而係英國政府，因為上海個都係入咗英租界嘛，係英國政府同日軍嗰個協議啊，呢個就唔關中國政府的事，中國政府係好支持添。OK， 明白。咁好像有些孤軍是因為他可能是個殘疾的情況就釋放的，他們是離開了孤軍營之後 就可能在香港留下的、其實孤軍營呢、這個故事呢我最遺憾就是看不到一篇有孤軍的回憶錄，我就最遺憾這個、但他們的去向是如何呢，真是無從考究、這個就是一個最遺憾的地方，因為其他、我們集中營英軍集中營又好，咩集中營都好，佢哋好多回憶錄噶噃，淨係講嗰個所謂集中營 POW 嘅書啦，我相信都六七本以上，翻譯咗嘅書都我都睇過兩本啦，中文翻譯都有兩本啦，都係講嗰啲外國集中營嘅書啊，咁但係反而孤軍嘅文章我一篇都未睇過，呢個比較可惜嘅。係，咁有觀眾就問啦，咁會唔會即係孤軍有後代，或者係佢哋自己留咗喺香港咧？我相信係咪都未必話有啲咁嘅記錄咧？嗱，呢個就係我想最想知噶啦，我最想知呢件事。係，我諗都係可能仲需要去研究。咁可能時間關係啦，都問埋最後一題啦。咁有公眾就問：既然當時有咁多報導啊，咁點解依個題目一直都好似未獲得學界嘅即係興趣咧？就好似一直都冇人留意咁啊！因為孤軍同難民營一樣啦，反而難民營好得意嘅。難民營咧就喺台灣暨南大學同埋香港大學都有兩篇碩士論文，都係講過香港難民營嘅。即係碩士研究嘅文章嘅論文咧，都係講過難民營嘅。但孤軍營呢個咧，可能始終大家比較陌生啦。咁而因為我都係最近先知道啫嘛。咁而佢哋個嘅講法同我研究綜合嘅嘢分別都好大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香港嗰、個尤其嗰、那個史料咧，係希望大家係有時間再作一啲發掘嘅。依、這個需要大家努力啦，大家努力。好，咁今日好多謝阿沈生咁精彩嘅分享同埋解答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最後睇提大家啦，這個講座會留喺我哋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就大家隨時可以上去重温嘅。咁另外啦，我哋海防故事嘅第六講咧，就會係喺12月10日舉行嘅。咁詳情可以留意翻我哋嘅網站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咁今日講座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參與。